会现场，line 秘书长。会现场，line 秘书长，各位议员同仁，县府各单位主管，议会各位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议程是综合讨论及临时动议，现在进行综合讨论。首先审查议展提案议案，请议事组主任报。议事组同仁报告。彰化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议长提案，案有为配合本会大会议程录音及录影直播作业，顺应社会潮流及符合民众之的需求，拟修正彰化县议会旁听规则第五条条文草案，提请审议审查意见，照原案通过。各位议员同仁，对于议长这号提案有没有其他意见？因为这号提案就是我们有顺应那个时事哦，要网络直播。然后那天其实我们在抗议之前已经有提案要准备要来做了啦，所以那既然有直播哦，那录影其实就是废除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以后各位议员同仁还是有旁观的民众要来，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你来登记进来，就是进来旁观什么，就是旁听，就是要登记而已啊，这是我们的原则哈。那如果没有的话，议长提案同意照审查意见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举手赞成，请依照审查意见通过。继续审查本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报告，请议事组同仁报告。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报告：一、税务部门照原案通过；二、税出部门照原案通过；三、保留大会发言权。林世坚议员对于社会处002至39页社政业务、儿童及少年福利奖补助费、社会福利津贴及济助办理彰化县育儿津贴实施要点，编列6700万元，保留大会发言权。各位议员同仁，针对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报告，声明保留大会发言权的有林世坚议员，请林世坚议员发言。感谢咱议长，咱县长，各位咱县府的主管，各位咱议会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针对吼咱自己处吼，咱105年度总预算吼第二次的这个追加减预算案吼，针对社会处，咱002至39这社政业务，也就是讲咱所谓这个育儿津贴的部分啦吼，因为咱自己厝这个追加减，咱政府提出来是所谓讲排付的版本啦。那么当然，这个333这个政策吼，我相信不是干那事件啦，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吼拢非常支持这个333的政策，是有法度有效来解决咱目前彰化县人口减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人口政策，但是因为吼，咱离这个政策按去年离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追加减来编列预算，进行到今年，咱离这个自己厝要过来追加减，因为咱干那编这顶半年度的预算，啊，伫顶一次顶机会，咱社会处提出来是无是完整的版本，结果啊，甲自己厝顶机会，自己厝的这个临时会啊，却变成啊这个排付的版本。啊，我是针对这个部分吼，我感局长，请你问题。第一小组是我发的，请你问题。来来，你先让他讲完，库管主任议员先让他讲完。有亏啊，是安怎会进行到一半，啊来终止？
我无法度接受这一点啦。所以我要伫遮吼，我要来请教，咱当初吼咧编列预算的时阵，咱有依照预算法来进行这相关预算的编列无？根据预算法啦吼，咱重大的市政公共工程，甲重大的这个计划，应该吼，拢爱做这个成本效益分析。重大预算法第34条了吼，咱重大工程及计划要先制作成本分析报告，使得编列概算。根据第39条了吼，继续经费预算的编制方法，就是讲，咱这个继续经费预算的编制吼，应该列明全部计划之内容、经费总额、执行期间、甲各年度的分配额，以巩固各年度的分配额，编列各该年度的预算。这就是讲要确保咱一个重大的这个政策，伊袂讲安尼推动到一半，执行到一半，啊然停去。所以一个重大的这个政策要推动，那假设讲一开始伊的财源无基础无拍好，无一个确定，其实伊根本就无应该推动，因为你一个政策推动到一半来结束，会产生足侪无好的效果，包括讲，即、這个咱以即摆即个育儿津贴来讲啦，咱以104年度开始进行的，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育儿津贴的实施要点，吼、哦，落去发送的。那么伊是3年为期的，所以你这段时间内底，伊有可能伊怀孕。伊即马也个哩巴肚内底这些孕妇、这些妈妈，还有她现在已经可能领到了半年、领到了一年，或者有的才领了一两个月的，那么它会造成她被剥夺。如果你现在中间把它停止，会让她产生这种相对的剥夺感，而且也违反了我在上次定期会提到的，我们这个政策的推动要符合行政法这个保护信赖原则的这个要件，所以我是要请教咱的财政处，咱的财政处当初咱咧编列这预算的时阵，是毋是有真明确来表示讲，咱彰化县咱财务的基础是无法度来推动这个所谓333这个重要建一个政策，我即马请来请咱的处长、财政处处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的对财政的关心了、啊、哈。刚才这个议员提到，就是说104年、105年编列的情形，尤其是105年编列的情况，那个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在预算的编列哈，当然是以这个财源是不是足够，换句话说，我们是以这个量入为出的原则来编列这个预算。104年度，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这个财源，所以104年度我们就哦，处长，105年度哦，你停哈、哦，我请教你一件代志啦，你认为这七成是要推动一年尔吗？不是，你伫104年度。咧参与这个预算编的时阵、這個，你认为这个政策是干要推动一年尔吗？要是你认为这个政策应该上无卖推动3年，要是整个县长的任期，你认为？报告议员，你的看法？报告议员，这个政策攸关跟我们财政的关系啦。那我刚才报告过，我把它攸关这个财政的关系嘛。你是按照你一开始的时阵，你有没有试算过？假设333推动4年，概算表你有没有？我们财政处，你有没有提出概算表？我们今天推动333政策，我们在4年，假设以4年为期，就是我们魏县长任内这4年推动333，你有没有提出所谓概算？有没有？我相信。我问你有没有就好，你回答有没有？这个财政。不只是说我们的未来，我问你有没有？对了，李议员，李议员，我跟你讲了，你问他一定答没有了，可是我相信他有了。
啊，决策不在他了。我相信齁，你没有提出所谓的概算啊。因为假设提出了那概算，你就会发现一开始就不应该推动了。一开始就不应该推动，就不会发生你现在推动到一半，这个政策突然就要中断了。跟他讲，跟他讲，不是吗？跟他讲。你作为一个幕僚单位，我今天这样讲了，包括这个333这个政策，我相信是在座各位每个人都支持的啦。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钱没办法办事情嘛。但是你今天说县长，他要不要推动这个？当然啊，他选举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啊，而且这个政策的确也能够符合我们当前彰化县这个发展的需要。但是问题有没有钱，这不是县长他能够完全的清楚的，应该是你财政部门你要很清楚的去让我们的县长，让有决策这个能力的人清楚的了解到这个政策没办法持续四年，你认不认同我讲的？卖公位，拢卖公位，抗议。你有没有曾经跟县长，你有没有曾经跟县长表示过，这个333绝对没办法推动下去？有没有讲过？八月，我刚才在强调说，财政啊是要量入为出。那什么样的这个财务状况之下，我们编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年之所以要调整这个社福政策，也就是财政关系。你讲的这吼，拢是针对一年多、一年多。我是安怎头拄甲你讲，什么叫做继续经费？我们预算法里面的吼，把我们的经费分成三种，哦，包括这种这个继续经费、法定经费。咱即摆看到这个重大政策，因为你甲看咱的育儿津贴，诶，这个实施要点都足清楚的嘛。伊遐是一个连续期间，所以伊可能爱开掉的钱，唔是干那一年多嘛。所以我认为你财政处，因为我会讲嘛，你怎要伊应有还是无？有上到县长啦，啊无，我相信。你来看伊的回答啦，我相信伊无强烈坚持，甲这个馆长吼表示你的主张啦。我相信伊有啦。我过去嘛担任过幕僚啦，我认为啦吼，若是讲我伫我的单位顶管啦吼，这个发觉吼，这个代志安尼做是不可行的，我都爱坚持，我都爱坚持，因为这无坚持落去，这个物件你做到一半来断去，这算什么款？这对大家拢伤害啊！你即摆伤害到所有的官民，伤害到咱议会，伤害到县长，嘛伤害到你家己。所以假设啦吼，我即摆安尼讲啦，假设你若是无去做迄个计算，所以你唔知啊，一开始你就唔知讲咱的财政无法度负担这个333，安尼是安怎？安尼就是你无能啦，推算袂出来嘛。因为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就你无远见嘛，你干那看一年多一年多嘛，对不？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就讲，这个重大的政策，伊唔是一年啊，伊是一个连续的期间啊，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爱甲上半摆三年四年，你这个概算爱出来嘛，你爱让做有决策能力的人了解，而且你爱坚持，那无法度推动咱的财政要负担，你爱坚持落去。你有认同我的话无？啊，若假设吼，你明明知影，这个咱的财政哦是无法度来负担这个333，结果你讲有可能无讲啦，无讲你就是相怨啦，无讲你就是相怨啦。啊，无啊，佫有甚物可能？难道是阴谋吗？难道是有什么打算吗？我相信不会有了，不可以相怨啦。其实我今天安尼讲啦，这个代志已经发生啊，遗憾已经造成了啦。我不希望这种憾事再发生。我希望咱管护团队，咱每一个幕僚单位，恁来足清楚，恁来足清楚，恁今天咧推动管政的时阵，每一个政策拢影响到咱管民的权益。你今天咧向阳登去，向阳登去。这不是干呐，县长爱担这个责任，
这是大家拢受到伤害啊。所以我希望今仔日啊，这个333的政策排付了了，其实已经无法度达成伊所谓提振人口、刺激出生率的这个目标啊啦，这足明显的啦。这等于是已经是一个救济式的这个社会福利啊，伊毋是这个有法度来解决咱当前，因为咱人口已经降到128,000外，啊，搁咧继续按下较落，一旦落到125,000，咱要成为地下室都无机会啊。所以我伫强调，咱若假是要做，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机会来挽救咱人口的方向嘛。但是你一开始，那甲馆长讲，咱的财政实在无法度来支撑这个333的政策，你要坚持啊，你要勇敢甲馆长表示啊，你不能讲啊，我再来想办法，我再来想办法，结果竟然推动到一年半，啊，讲无钱啊，啊，造成咱所有国民的伤害，你甲想啦，咱每一年吼新生儿啊。出生大概有10,000，每个年度啦，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要览啦，差不多1,000人啦。自从咱推动这個政策了吼，增加到12,000左右啦，吼、哦。四年来，你知有偌侪爸母，因为这个政策，他感觉他被剥夺吗？你算看嘛咧？即摆中有领到的，领一年外的，但是无一个啊。有法度领到三年的啦，除非伊本身就是真弱势，所谓中低收的，啊，迄比例是足低啦，迄比例非常的低啦。所以我希望吼，我讲实在啦，馆长足认真的啦，咱馆副团队嘛足拍拼的，咱最近这个治安讲全国绩效讲第一的，咱招商嘛讲啥物全国第四，我相信啦，咱各单位拢足认真拍拼，要来甲咱彰化县。建设个好，做个好，但是啊，咱袂当相怨，咱袂当相怨。咱若感觉讲，咱确实要推动这个物件，咱无法度，咱一定要勇敢，咱要坚定，甲咱的馆长甲伊讲，才袂让馆长有可能来做出无符合咱当前需要的这个决策。以上是我的看法。好像差不多好啦，莫一马主管啦，伊敢有权哦、喔。各位议员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201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来郭水议员，下面代志，权益问题就。权益问题就，但是吼，我感觉讲咱林议员小组咧讲在话是排付。处长，噶毋是大家充分的讨论，恁同意嘛？对嘛？哦，处长，恁同意啊？但是小组内底充分的讨论，大家拢同意，大家拢同意。伊今仔日既然伊伫迄个小组保留了大会发言权，我是小组的召集人，我实在毋知影，这什么人出的主意？伊小组伊敢有讲吗？伊敢有提出来讲无爱排付？你今仔日伫小组，你提出来讲无爱排付，阮绝对袂去因你讲爱排付啦。我是感觉讲你讲起来吼，足伤着咱所有54席的议员啦。你当作做出来的议员，大家拢无用心，拢无咧用，无咧做安鬼事哦。应该要排付，无要排付的时阵，是伊馆长开出来这八条的项目，拢袂使排付，逐项拢爱用着，大家拢足需要的。你是安怎甲他占伫迄个333？迄学生伊若食饭敢无重要吗？你是咧甲你献嘴皮，还是安怎？处长，东港你敢无伫遐协调？有无？有你变遐讲？伊讲看是讲是你拢全面，你讲的毋是馆长的意思，你骗得出来未？哪会出来？今仔你著清点人数，民进馆长拢出去。我排有倒个定心，你伫小组你无讲吼，我要伫大会发言权，你根本你都无。
等小组拢审了，大家拢通过啊！哎，我也唔知有这件，你要让换组担啊？换组敢担起来？是不是安尼？这件是要人要负责？我坐咧顶头无啥困难啦。来，馆长，请你答我，要派副甲唔派副？你今仔你讲。一定有请馆长答不？对，请校长回答。主席哈，回答顾宏议员的问题。这个我们行政单位绝对是尊重议会哈多数决的决定。那既然党团协商有这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结论，不是安尼，馆长，你又搁提到议员去，这个物件吼，你是。有法度通，即你开出来即八条的证件，你拢有法度通实施无？你若有法度通实施，你今仔日大会，你讲你完全八条你要实施，跩议员若加一个无，你跪啊！我才一个来甲你跪，拜托互跪，安尼会使无？你莫搁甲我讲三总吼，拢已经协调了。今仔日三总若协调了，有听到人咧讲的话啊？今仔就无怨声连连，讲恁哦。阮甲恁夺预算啦，无恁过啦，甲恁排付啦，安尼，阮怎爱去担着责任呢？既然今仔日有人讲吼，大会讲一定无爱排付啊，啊无爱排付，咱会使今仔日议长，咱会使今仔日吼大会卖过，即五天四暝拢无算，咱今仔日搁大家拢搁进入小组，你要算四万你甲看怎？你袂使逐项哦，馆长，我著甲你讲，人无人遐敖，袂做唔对。但是这句话你干呐讲袂出來，你都爱甲讲，我已经唔知影讲吼，开这么侪支票出去，咱彰化县无多人负担，对无？你唔是较少过少个议员，安尼讲，咁就是。好了。我今日要讲。后来，你们听我讲啦，县长这个政策吼，鼓励生育真好啦，唔是彰化县爱做的，这是全国爱做的，啊，咱先做。这是中央应该去立法来执行的政策啦。啊，咱即马伫遮财源有限啦吼，啊，咱个卖个做吵吵闹闹即个问题啊。我讲唔是讲爱吵吵闹闹啦，因为即、這个咱开会爱照程序行嘛。你无照程序行，你就免小组，就免有。我知道啦，伊即马你个讲是讲他的政策是很好，但是这是全国性诶，我们不必要说。彰化县来实施，因为我们的财政负担是无法度的。是啦，我馆长、议长吼，足听你的啦，唔知安怎足听你，我想无啦。我甲大家，但是你也想啦吼，你袂使拢扫出来，感谢。好，感谢议长，我甲大会报告。哎，这个三党协议里面有讲到说，咱税收吼减少，中央补助款也减少。啊，现在又经济不景气，哦，所以爱提出排户，诶，这个措施，这是属实的，好、哦、啊，所以阮是，阮行政单位遵照议会党团大家这个决议，啊，而且我嘛，议长都要讲，这个、少子化是全国的问题，啊，所以阮法制处已经把这个啊这个啊国民福利基本法已经写好啊，啊，这国民基本啊福利法就是讲。这个福利爱全国拢同款一致，袂使讲啊，这个官有啊，这个官无啊，这个官较侪，这个官较少。既然是国民的，无分地域，吼、哦，无分管区。那如果讲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那三个管区已经实施啊，全国拢爱实施，中央拢爱排这责任，袂使讲乌台北、新北市应较好，啊，咱官的就三比比，咱拢无，偏偏是人，大家拢爱公平来这个待遇安尼。啊！你认定嘞？你认定安尼有公平无？我认为讲目前安尼无公平啦。你认定？啊，所以咱就是无这个法，这个国民福利基本法。那这个法呢，已经拜托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去斗杀。啊，通过了以后顺，全国拢统一，安尼买单减轻咱的这个负担。啊，中央甲地方变啊负担的比率，大家再来讲啊。对啊，阮唔是要你过啊，阮嘛叫你向中央去争取。有让我来做，对不？啊！今嘛一直咧，大家咧讲，伫咧争论，讲是毋是吼？咱财爷无甲你报告讲吼，咱的财政困难无再来发，才着排付，敢无甲你报告？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去年时机较好啦，今年时机咱毋知讲哪会是安尼啦。
好。馆长啊，你安尼差伤济啊啦！你讲即款是要，即马你又搁吼，伊搁海底望尖，无人听有你咧讲啥物呢吼？你今仔讲吼，歹天爱接到好来牛呢？是啦。你今仔你来伫看的时阵有500亿，你敢袂使今仔今年就甲开这500亿开好了？啊后年嘞，你要开500亿个中间，你爱留一半呢？留一半嘛，你嘛做风台大水来头爱堵呢？是啦，感谢。阮无法度去甲你接受着这款代志呢。感谢讲啊，议员的这个指导啦吼，这点吼，阮未来对财政的规划，阮会更加谨慎啦。较谨慎。哦，啊你唔是三党落去协调的时阵，无党的嘛无意见，感觉讲吼，会当互社会接受就好，你再尽量去争取。国民党嘛无意见嘞，啊是安怎？你民进党啊拢有意见，拢爱要过，啊阮敢唔要甲你支持啊过？阮唔空诶，百姓大家拢咧等你发出你的钱呢。我想吼，李长，你菜市坐看，袂使定定安尼啦。咱若省到一半，嘴巴用省省，再搁转来。你今日伫小组有甲我保留，讲我充分的讨论，无要紧。小组根本都无保留，今仔你会布置安尼。我昨昏来等一天啊，就是等讲吼，要看你要布啥话出来啦。郭宏哲啊，这全面传播吼，大家拢有法度看到的，唔通要共你乌你白啦。郭宏哲议员，我建议你吼，下次正式会之前开记者会叫。馆长把伊的证件一次编齐了，我建议你安尼啦。好，安尼好不好？好，你选一问题话你。安尼你感觉，啊，若是讲伊有要坚持的时阵吼，伊爱甲咱讲就好，是毋是？伊开出去八条拢总爱实施。我建议你后届正式定期会。我著甲讲，我即摆甲讲吼，是毋是？这是我私人的建议啦。啊，我非常尊重吼。咱各位同仁啊吼，但是因为头拄讲到我的大会吼，好啦，你讲到我的小组，你讲另外一个，我保留啦吼。我想，没有，他有他的权益问题，這個、他说他没有。当初东江小组咱记录吼，应该毛是在场啦吼。那假设讲我唔是伫小组会议内底提出，那么伊就无应该出现伫遮，安尼就是记录你伪造文书嘛。但是事实上，我是现场，我是有讲啊。我想啊吼，小组内底吼，咱大家拢互相尊重，互相尊重。我非常尊重你，唔是较大声，唔是较大声吼，就会赢啦。我非常尊重大家，我嘛尊重。麦克风两个都关掉。咱议会前辈。麦克风两个都关掉。但是事实上。好啊好啊，休息五分钟。
哎，高大。各位议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就照联席会议审查报告通过。继续请议事组李主任补充报告。补充报告：一、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经审议结果。税入追加1,478,742,000元，税出追加5,1278,000元，税入税出差短3,6353,600,000元，同意以增加债务之举借3,6353,600,000元予以弥平。二、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经第二次追加后收入支出预算数各为5,274,408,052,000元，收支平衡。以上报告。各位议员同仁，针对补充报告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就依照联席会议审查报告及补充报告通过。同意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因为本案要进行三读会程序，同意现在就继续进行三读会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请议事组李主任报告三读会审查规定。第三读会除发现议案的内容有互相抵触会中央的法规抵触者外，仅得为文字之修正，不得变更原意。以上报。各位议员同仁，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现在进入三读会审查。同意照二读会审查报告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三读通过。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二案。彰化县议会第18届第9次临时会县府提案第二案，修正彰化县营利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审查意见，照原案通过。各位议员同仁，针对第二案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第二案同意照审查意见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就依审查意见通过。因为第二号案、三号案属于县单行规章案，需规定依规定需经三读会程序，所以等第三号案审查讨论结束后，再一并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三号案。第三号案制定彰化县公司场所使用高污染特性燃料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审查意见，照原案通过。各议员同仁，针对第三号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第三号案同意照审查意见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举手赞成，就依照审查意见通过。各议员同仁，第二三号已经二读会审查完成。同意现在就继续进行三读会程序的议员请举手。好，多数赞成。现在进入三读会审查，请李主任报告三读会审查规定。第三读会除发现议案的内容互相抵触或与中央法规抵触者外，仅得为文字之修正，不得变更原意。以上报。各议员同仁，县府提案第二号案及第三号现在进入三读会审查，同意照二读会审查报告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赞成。第二号案、第三号案三读通过。
请议事组同仁宣读第四号案。第四号案。本案张东正议员持少数意见，请张东正议员发言。来，发言呢、啊？谢谢议长哦。那个35号第一次发言，我们那个财政处长，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基本上大家都支持同意你的想法了哦。但是这两天我们看我们县长魏县长他所提到的状况，跟你在。小组也好，在我们一些讨论的一个协商的时间的状况，大概不太吻合哦。为什么说不太吻合？就是说，基本上，照现在县长你的一个想法是，一直很多议员希望你把县府的财政状况真的有困难，你马提出来讲，你坚持就是不提。那在本席的认为，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没有财政上的困难跟问题，本席认为。我们的19块土地里面要卖土地，除了是跟人家毗邻的，有人民众申请要购买的部分，适合去做一个标售以外，其他的部分，像台中很多的，我们有去看现场看过，很多土地是商业区的、战前的一个特定区的，那个土地都相当的大，相当的四方很漂亮哦。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贩售，本席认为不宜啊哦。是不是请我们魏县长上来说明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有必要去卖这个土地？假如没有这个窘境，不需要卖，你现在卖掉真的是相当的可惜。有机会我还到去建请说，我们县府做一个光碟，让全民了解那几块土地的位置跟现在目前的状况，看是不是跟本席的看法是一样？是不是请我们魏县长上来说明，究竟有没有必要去卖这个土地？来，请县长回答。主席啊，回答张议员的问题哈，其实台中这个土地啊，我们去看真的是很完整哈。那台中市政府那个林佳龙林市长一直要叫我们跟他一直联合开发，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说用联合开发的话，我们会比较吃亏，他会把一些公社划在我们的土地上面，安尼，还是讲可能用拨用的，安尼弄吃亏。我们是希望说。除了处分以外，有一部分在特定区的时候，我们来办理实地重划。这一点，本席先跟县长做个厘清哦。他的台中市政府的林佳龙林市长，他要求要合作开发的部分，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重划过的、自己重划过的土地，已经划完整的土地，还是说在靠近比较是好像是东北边的地方还没有开发的土地？这可能要厘清清楚。我们已经重划过的土地，他可以要把我们划成公社吗？因为我们该捐出去的土地就捐出去。有哪一条法规可以这样子做吗？那我知道，那重划过的部分啊，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处分你，因为我们现在社府是有排户了，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如果说能够把出售土地的经费，我们来挹注我们彰化县的建设，比如说彰化市铁路高架，那我们已经把时程做好了，117年，我们希望能够通车营运，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彰化县政府还是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费用。本席希望县长比较务实一点哦，也包括回答问题的一个咱们彼此的一个答询问答。林佳龙林市长他所要求要合作开发的部分，是我本席刚刚讲的是还没有开发那一块，还是我们自己重划这一块？还没有开挖的那一块，是啊，对啊，我是说两个部分，一个是开，所以这个事情跟县长刚刚所给大家的讯息是不完整的。为什么不完整？大家误以为说我们现在卖的土地就是我们不卖，台中市政府会被我们开发成公寓、公设施，开发成公园，所以我们会造成我们损失啊。但是问题现在目前不是这样子啊，包括前天县长你所提到的问题，说我们现在中央政府所补助款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本席回去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里面所编列出来的，包括追加预算里面这份的资料里面，并没有少，反而增加哦，你们编的哦，你们在里面的数据是增加的，包括地方税我们的税收的部分，哦，课税那个税科收入的部分也是你们是变增加的。我们那个是预估啦，今年啦。现在本席合理的怀疑，县长你们是为了要支出湖边税入预算哦。这个部分呢，我请
啊，财政处跟你回答，但是没有胡编的。其实，县长，这个我们很清楚了啊、哦，这个大概明年我们决算都很清楚，大概执行率完成率多少就很清楚了，这不用争，也不用再打询什么。本席现在跟你讲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假如说我们的税务有问题，财务有问题，真的造成窘境，像财爷讲的，不卖土地真的编不出来。如果这种窘境发生的时候，你要坦白的跟我们的县民、跟我们的议员讲。这个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你坚持一直这样提及，包括中央推给中央，他的税给的钱少，我们税收也少了，但是你们编的东西都是多的、啊，到包括你假如说之前编的是预估会多，包括到这一次你们的税入预算的追加预算里面的总金额加起来是增加，不是减少啊，这跟你所说的是完全是不符的、啊，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所你县长你所说的话，要一直跟你讲一个诚信的问题。你今天讲的话要让大家能够信服，大家没有要求你什么。但我上次前几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所有议员没有一个人反对你的333，但是大家只是担心的一个，不要借钱来做333，到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既然现在已经你们私底下要讲，可能真的会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不坦白提出来？要把这个责任所有推给所有我们的所有的议员。那你现在既然说没有认为财务上可能不会太大问题，你干嘛卖土地？而且是卖刚规划好的一个商业区的土地，还有是战前的特定区的土地，这不是再过个两年，搞不好我们就后悔了。我们到现场去看，旁边的大楼正在盖，都快要盖好了。我跟财爷建议，跟我们财政处长建议，是不是等他盖好之后，土地如果哦价格上涨了，我们再来卖，才不会浪费掉嘛。大家也都支持，希望不要财政有问题，所以没有人反对说你们卖土地。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啊保留意见？因为我本席认为这真的很可惜。那你们一直强调对外强调，包括财爷也强调，没有到时候被人家规划为公共设施，这个跟事实是不符的、啊，没有必要这样子玩嘛，是不是这样？要把事实让全民了解。那你喜欢做福利政策，像刚刚我们林议员讲的。他也没有给你正确信息，但是相信县长你很清楚，在104年，本席一直在大会里面讲了无数次，跟你讲财政问题要去注意，能不能做要思考清楚。你也跟我讲，真的裁员没有办法做，所以你没有办法从104年1月1号之前的三岁以下可以实施。这时候你跟我的给我的讯息啊，给本席的讯息，但是你今天所做的结果，所有的问题都堆给所有的议员。这是本席不能够理解、不能够认同的。本席希望县长，我们一同共同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也，我们本席也很认同刚刚议长私底下所说，他是个人建议。下一次编列预算的时候，本席也会要求你要把该编的编足，包括你的政策，你想做的。现在让你机会讲，你想做哪几个政策？是不是请县长你回答一下？你到底你的竞选政见的政策，你想做哪几项？本席绝对跟顾宏杰议员一样，我们努力来帮你争取。我们希望能够建设大彰化，护理好彰化，这是我们的愿景。但是本席看预算书里面，你的愿景跟你预算书的一个编的状况是不符的。我们所有的经费全部都往下降，除了债务、除了社福、除了债务、除了偿还债务。这三项是增加，其他全部都下降，包括警政、包括教育，全部都下降。这是你刚刚提到的，是你希望这样子吗？我们现在讲实际话，是讲实在的话，你到底想做哪些福利政策？我们不希望再成为你推卸责任的一个对象。很简单，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努力招商，县长，我们也县长想做哪几项，你让我们知道就好了。对，我们支持。我们刚刚所讲的那八项，那都是我们的愿景。当然，我们一定要创造财源，所以我们招商，像我们今年招商就第4名啦、啊。那我们现在还要再跟啊这个啊台电啊签这个备忘录，投资的备忘录啊。我们希望台电能够15年来投资我们彰化县2000亿啊。魏县长，这个都对我们税收都有帮助的。本席不了解你到底什么时间讲的话是实际的话，是真心话。我们是有在，因为你所说这个报纸都有披露的，包括说中央政府，包括我们的现在的一个财务状况，全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率都下降，所以你的收入都少了。那现在讲又说你要增加了，那到底增加哪里？你包括上次会请你提到说我们的太阳能光电增加，每年增加1亿，增加在哪里？写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太阳能在做，我们已经有看到了。现在有80所学校都已经建制完成了，
这是有看这个看得到的。是，但你在你的县政咨询的一个县政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到每年增加多少钱，但是我找不到啊。不能。但是这个开始在发电，因为还没有一年啊，一年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收入。那我们就一年以后来好了，好来观察你所讲的。谢谢指教。但是本席刚跟你提到，你想要做的哪一些，是不是你可以提出来，在这个任内你想做哪几项？我们大家来帮助你。我感谢大家啊，我们会继续努力，团队一定会努力的。你县长你没有讲哦，你在现在这里没有讲，你到底想做哪几样？哪一天你突然又说我们把你砍掉，不让你编？这个是我并没有这样讲啊，我没办法接受。我是尊重，没有关系，县长你没有这么讲，但是那一天你有提到叫各三党党团自己约束自己的党的成员会员，包括我们叶议员也跟你讲，跟县长你提醒，你包括我们要有约制，我们约自由约束，但是你本身你的一个县政顾问你都没办法约束，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这今天我不提出来，我在下一次到我会放照片给人家看看你的。最重要的一些最重要的人员在网络上讲我们什么话，下次我们再来讨论。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同仁，针对第四号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的话，第四号案同意照审查意见通过的，请举手。好，多数举手赞成，就依照审查意见通过。换手。彰化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准预算案县府提案已经全部审议完毕，据审查临时动议，本次临时动议案总共有13案，请议事组同仁宣读。彰化县议会第18届第9次临时会临时动议案01号案，动议人叶国雄，案有建请县府加强维护秀水乡石狗排水北岸小叶榄人树，以避免人为不当修剪造成树木枯竭，严重影响环境景观案。办法同案有。要先讲话了，请来李正议员。我是建议吼，主席啊，副议长，啊，这临时动议拢议员提案的，卖念啦，就送管理研究办理就好啦。念我来都几点去啊？好啊，各院安尼，大家互相意见好啊，无啊无意见，就一个十，底下拢上县府研究办理啦，哈。啊，好意思，要关键问题就对啦，卡手较紧就对啦。好啊，行政问题，先吼，我先叫一个起来讲，啊，剩咧吼。必须都记啊！啊，恁手举好啦，像阿你真哩认真发言啦吼，啊，剩咧举手予伊，予伊记啊。好，你第二下好。大家手举一下吼，必须都记一下吼，无记袂上。啊，伊记记个，我搁念一遍啦。啊，若记无着，再搁讲啦吼。啊，请阿你真哩认真发言。啊，伊这甚至有第一个8分钟个，迄个规定个吼。好，开始。多谢副议长，52号针对咱关键问题吼，要来向咱个财政处提出几点啊探讨吼，知呀。讲真诶啦，我替你讲话，你实在是吼足无奈、足无辜诶啦。再者，你上清楚啦，该安怎把关，你嘛正清楚啦。咱诶财源一年当有通收入偌济，你嘛正清楚啦。咱诶政策有怎推动到倒位，你嘛正清楚啦。啊，各局势要甲预算送来，互咱议会审诶时阵，各局处拢是经过恁财主把关、把关、把关、搁把关，恁哪里有毋知影咧？你要感谢局长，头拄替你讲话，知你嘛爱讲，唔知嘛爱假戆戆，对无？所以吼，真的啦，县长，裁员困难，这是大家都有的共识，也是事实。啊，所以咱来面对现实。啊，即摆，知呀，
恁提出这几笔财产要出售，人讲一个啦，馆长要卖财产有两个上大因素，第一就是甲咱的乡亲、咱的百姓，也是甲咱当地的居民有庇邻，人需要咱这地，还佫市林地，咱这地无予伊用，伊就歹使用，这当然造就地方，这咱一定议会嘛会无意见。啊，咱管府嘛是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啊提出来出售。啊，第二就是在关价的时阵，袂来抢做咱的税收，抢做咱的所有建设的来源。但是，因为阮议会有成立一个财产出售的专案小组，伫咱这个临时会阿未开议进行，阮小组就有去看这几笔，几笔伫。台中县、台中的财产，知影你冒去，当时你安怎讲？我讲啊，这个地才水着啊！陈如都讲，张东正议员讲的非常非常的正确，因为他也是专案小组的成员之一。迄天伊冒去，我拢足详细看。那一天不分男女的议员，大家都有共识，去看当中，遐尼侪笔当中多加一笔同意袂尔，因迄地多市林地，差不多。无几平大，啊，其他地形拢非常非常的水，而且拢是商业区，啊，佫拢是足精华住宅区，啊，佫有学校毗邻的，足好势的土地，而且咱即马台中市拄啊正做五都尔嘛，我相信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很大很大。如果那即马出售，啊，佮佫坑两年啊再出售，我相信价格绝对会不一样。为什么非急于这次提出来出售不可？我问过财爷讲，这到底是有人申请要卖，咱才人申请要卖，咱才上大会来讨论，或者是咱家己自动抛售？财爷甲我讲是咱自动抛售。我问为什么？啊，都无钱啊！你有讲无钱无？实在有影都无钱啊！啊，无钱卖财产，县长。你予阮议会足为难，你敢知？唔予你卖，兼完全袂推动；要予你卖，卖一地减一地，卖一地减一地，迄地拢偌水，四四角角遮大地。副议长，诶，讲这是无钱呀，看咱大家都会啥？迄地点是有够水，有够水，隔壁拢大楼林立，有够水。为什么要伫即马卖？所以，这就是牵涉财政的问题嘛。所以县长，你不要党拢会尊重三党协商的建议，你唔好安尼讲。阮安尼做真真正正是大是大非、大公大义呢。阮管议会作为是安尼呢，阮敢于承担、勇于承担。啊，管政府的，啊，你说唔敢面对现实，啊，就实在在真困难。知呀，迄间佫甲我说多谢，多谢恁哦，叫我迄个福利来排付哦。啊，若无排付，阮真正会死哦，会死哦，有话无？啊！是啊，大会唔敢讲，所以做人吼、哦，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啦，这样真的不好啦。我相信，阮中华管理会拢理性问政的啦，该当是就是是，不对就是不对，该当好的政策，阮一定推，甲你支持的，尤其是福利政策，多一个遐戆在抬福利政策，无两遐戆啦。我讲过，馆长。生一个囝三万无够啦，十万够较好。那做会到吼，二十万要较好。但是裁员跟我们的福利是划等号的，爱衡量嘛。所以希望讲，我语重心长讲几啊遍，搁一遍啊啦。啊，我讲各局处都无咧听，啊是馆长，你不在意，即地书甲各局处有听都没有进都没有懂，螺丝不仅是掉了。不仅是松的哦，螺丝松的吼、哦，是稀稀坏坏尔，你敢知？螺丝若落去吼、哦，真正会滴滴落落尔，会害了了呢。是按照各局处有关管定被推出的任何的政策跟方向的时候，各局处应该提出正面的跟负面的因素，来把咱的专业提供给管定去做决策。福利达标嘛好，我给你赞成。333369加吹气，免费健保，啊个营养午餐全部买单，哇！到时吼，真真正正，中华都是真正是福利观呐，安尼足好个，你敢知？但是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吗？就是要做的，但是无钱，未大办对无？所以真的啦，各局处，安内头壳拢累累，还有人在度孤无？各局处拜托你啦，直接本事甲你拜托啦。馆长一个人无可能各局处的业务拢非常非常了解啦，而且财政的问题，各局处爱家己去分析，甲财爷去沟通，看这个工作讲出来了，做会到未？那做会到，做得开无要紧，议会绝对支持。啊，即摆实实在在，咱的333实在都真正面临做袂到。如果即届议会若无大是大非、大公大义做这款工，三党协商共同来面对现实。官长唔敢面对现实，我来面对现实啦、啊。我要对历史负责啊！啊，若无今年若开落去，明年发袂出来的时阵。发袂出来，再来发 stop， 唔是袂付了了，迄钱全无去破产，要阁重建机构，迄个相当的困难，你敢知？所以知呀，买袂土地，真正，我甲你看，你即几块土地买落了后，后即看到后悔也袂后悔，绝对后悔啦，袂后悔。哦，伊要等下，今年买假设一平300,000。搁囥咧两年，搞不好一平500,000，有可能吗？我讲过，要高价出售土地来充我们的财源来源，安尼才是正确的方向。按哪讲，低价抛售，底价本身严重质疑，是不是有官商勾结？啊，我想要就要急着抛售，来有没有？不管政风处盯着看，盯着看，这中间知影甲我讲。有人来讲要买，盯着看，看这几块这水的土地，急着抛售，有没有官商勾结之余？啊，好啊，好，还要三分钟而已。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要急着现在抛售？因为排付嘛，给你排付啊，那的财政应该是无通真好来讲嘛，是稳定稳定啊，买。我赞成，但是高价出售绝对大家欢迎欢喜的。啊，若无都无急要卖嘛，就讲迄块三角迄块你冇去看，迄块有影啦，迄块老人要买，紧紧卖掉紧好。啊，其他所看迄几块，拢是足水足水足水土地，为什么要在县长就任第二年就要急着抛售？这个实在，和所有迄间去的专案小组的阮所有的。县员甲议员，拢感觉讲非常非常的不解，所以知呀，我知影你真辛苦，你把关很辛苦，又要帮县府背黑锅，你把关这是各局处，哦，我这要加一撮预算，你也唔通过，你无钱，这局处要加两个什么行业务费，还是要加一个临时费用，啊，你无钱，这嘛未通，遐嘛未通，遐嘛未通，你何止局处拢甲你怨叹，无担心。在议会内底，你阁唔敢讲真话，大家怎么对视你？财政化了困难，敢财政处就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你把关把不好吗？不是吧？不是吧？要是我们彰化县政府有没有开源节流啊？有没有把财源花在刀口上啊？有没有量入为出啊？有没有赚一块要开十块啊？你若赚一块要开十块，讲较歹听嘞，较大块嘛倒啦。所以县长正本清源还是要节流，是搁较少部分开源上要紧，上中央清楚，不管是福利嘛好，或者是咱的迄个建设嘛好，向中央清楚。你拄则讲的国民福利法若实施，若有营养午餐，全国都免费。生囝坐拢300,000，全国拢有，安尼上好，有理无？嘛袂让人困扰。啊，若无，换做我做馆长，我嘛真心要甲福利做啊好，做百姓大家拢真欢迎。但是财源嘞，你看嘞，营养午餐食一年尔，做袂落去啊。啊，333发一年尔，嘛做袂落去啊。安尼对你来讲，你嘛真热爱。我都有心要做，啊，都无钱卖大班，做袂出去。啊，搁有议员大家歹做人。要让你过，你财政有问题；唔让你过，你对百姓袂得交代。安尼，这款观念实在是吼，
真歹维持啦。所以县长，以上本席所建议者，是毋是你有认真咧听？各局处有认真咧听无？我希望以后唔通违法县各局处对县长提供不实的资讯，和县长做出不正确的政策，安尼吼，真正比贪污搁较严重啦，是毋是？好，请县长回答一下。啊，主席啊，回答越严吼，你拄只所讲话，我拢认真咧听，感谢你，好，我会认真啊做。我开落去。县长，多谢县长吼，我原来会认真啊，甲你支持，啊嘛认真啊，甲你验收，看讲咱彰化县未来到底变啥款。各位局处的处长，我们一起努力吧。啊，我先念讲有登记人，较袂讲等下闹交易吼，过来有顾黄水花啦吼。图书妹啦，图书妹议员，赖章议员，白玉如议员，赖清美议员，曹家豪议员，陈立敦议员，赖哲明议员，我见遐侪人写无法度，拢秘书长叫写歹势啊，妈呢？黄义匡议员，刘维珍议员，刘锦昌议员，萧文雄议员，有无甲你写无对无？拢有吼，啊！若有啊，继续请顾黄水花议员发言。五十，伊就第二遍。啊，陈秋勇，你著排上后壁啦，哈。肯定，他拄只啊，你即马拄实施三项，两项无做啊啦，吼。你搁实施伫咱个教育中央，伊搁教，吼、哦，那遮紧。教育中央这三千个吼，互你发两千，搁叫阮去读。你甲想看讲吼，阮跩议员毋知要怎做，是真可怜啦。做正平衡，算倒平啦；做倒平衡，算正平啦。嘛，安怎拢唔对啦？吼、哦！啊，你讲你要认真做，啊，阮认真看。啊，你有时都做袂出来，阮是要看倒来，阮看会到的。所以讲，我希望啦，县长，你迄年真够走吼，啊，关系嘛真好啦。去中央讨钱，转来开较要紧啦。阮暗若无，阮才带你来去中央讨钱，啊，请阮一顿就好啦，安尼好不？哎，我先问咱水资处长吼。你安尼来做几个月啊？请哎，这规定请伊到。请水资处处长回答一下。谢谢主席。多谢咱顾黄水花议员吼，啊回答议员的问题吼。我来水资处吼已经五年多了，啊做科长做四年吼，啊副处长较近吗？科长四年。啊，即摆代理处长。啊，处长啦。即摆代理处长。代理处长做偌久？代理大概三个月。三个月，哎呦，你即个平静了。无风无摇，甲北关讲迄个中央山脉，就嘣一下走包去啊！吼、哦，实在讲，你好运，搁熬做。我讲，我请问你讲吼，你阮天来别煞去。泰国、苦瓜寮、金马寮、南方寮，这一带有几条天桥啊？议员该报告吼，这我当然要查清楚吼，因为咱的天桥换真侪条，我手上即摆目前无资料。安尼莫怪啦，这天公嘛听你听到这型的啦，你若讲吼，即届的屏东若对咱遮来吼，你都有戏通看啦。我咧讲都有戏通看，你还无只你手底无资料，你敢知影讲迄水沟啊、甲溪沟吼、杂草拢是重生，比山高啊悬啊。一个建议讲叫阮花坛乡公所爱来清池，伊讲迄甲我有安全拢无关系，迄水处处的关系甲遐议员，敢是安尼吗？回答议员的问题吼，咱迄个亚溪的部分的宽敞吼，其实是公所爱尽着迄个查埔的义务啦。阮这边来管理甲维护，这是阮的宽敞，无唔对啦。对啊，啊但是呢，伊敢会袂使无报告直接就交百姓杀去，讲安尼这甲伊无关系，对无？啊，
伊伊若捌甲报告，伊若毋敢放，枵伊都毋知咧，迄个家问咧就知影，对无？所以讲吼，恁的莽夫甲恁的莽撞伫倒？恁吼，敢若听到风台来啦，去指挥中心吼，拄啊作秀啦，有人咧甲恁录影啦，甲恁报告啦，我哩我看恁上爱啦，对无？恁根本只嘛甲即阵两年外，为馆长坐甲即阵，所有的亲家拢用倒顶起来，拢无清杂草满身。你甲想，即款是三级的国民，也是无纳税金。你准备当时要清，你讲我听看卖。一个月来清会好未？阮都有开口契约咧签吼，啊，其实啊，迄、那个透过反映吼，透过阮的巡查吼，我也发现到马上会去签，所以议员你要一寡建议的部分，我马上来做处理。看几点我带你吼，你后头摆倒好，唔好塞车，违禁歹入去。我逐条拢带你看，你记好。我刚才我报到咧，我报到我家顾咧，也家徛啦，你咪哦。安尼你做会到未？诶、欸，我做会到。好，多谢议员。下晡啦吼。欢诶，多谢议员的。啊，但是若巡起安尼，你偌久做会到？偌久穿会好？其实咱即、這个咱所有的排水吼，啊，迄、那个所有的压客也是讲任何咱的迄、那个设备拢好，咱拢是爱透过真侪的咱的民众吼，诶，迄个欢迎吼，也是讲阮这边的巡查吼，这拢是一个管道啦吼，所以我真欢迎讲大家来做阮的迄、那个吼，阮会接受大家的建议吼，进来做一个处理。进来啦吼，阿姐，多谢议员。环保起来。啊，请环保组长、环保局长起来。你安尼一直甲我问，我无甲你讲，我咧食饭。我讲吼，无甲你问嘛，食歹势啦。但是吼，你头一位都还清还未了，敢毋是？对，还没有清完。还未清。正在努力，嘿。还未清了嘛？目前咧分类啦，吼。对。都买提保险，未使当阮。对，因为那个不同的处理方式要先分类一下。哦，安尼对了。啊，你敢知影这目前中华咱花坛，人倒这个物件有倒无？知无？目前的话有零星的几个案子啦，我们正在处理。敢那只案件？无啦，阁有其他较零星的，较不是很大规模的。啊，伫倒一个啊？伫即个东西向快速道路迄、那个，比如迄个杨桃园遐迄个，迄一撮啊，迄台车都变车伫遐啦，迄我计谅解啦。来，中沙村已经一个粪扫场，超大个，哦，回单数一个运搬，有人敢坏？过来，搁头里百五公尺，遐已经互倒偌济个污染。垃圾伫遐，伊迄个地主甲即马无法度通好清除，叫咱花大乡公所去看，伊讲，迄甲我完全拢无关系。啊，讲做乡长有财源无关系，做像议员是干那建议尔，到尾也是咱边仔人来找讲议员啊，你嘛来甲我看卖哩。下早讲我下早来开会吼，你安尼全部你才来看卖哩。我叫恁吼，你甲我讲爱去看，你下晡一定爱去看。比我服务找阮的小姐，伊就甲你带去。但是呢，唔是干那去看看，爱穿几工来，你穿到什么所在，你也甲报告。你唔通讲吼，像迄工，迄是恁爸，你甲讲，我甲地主拢讲好啊。人听到心肝会智慧，你敢知？你爱讲中沙村，即马伫咧等你，即等你讲你下昼爱去遐看。咁，咱乡公所讲，迄甲伊嘛完全无关系。啊，唔敢甲阮这议员有关系，我嘛敢来甲恁拜托，讲来请尔。人吼，人拢称呼艳红，人伊偌巧的。人伊讲吼，你免问，我来甲讲吼，伊就称好啊。啊，阮吼在这陪几工吼，你也是去看看，佮转来，也是无效。你甲想啦吼，环保是安怎奈会发生？伫讲花坛遮尔正严重，有用无苗嘛？
搁要开三分钟哦。来，请走。谢谢哦，那个讲议员吼，请麻烦请你去讲一遍。刚好讲一遍，有用无明？有用无明？这要安怎写？哦，有用无模啦，有用无苗啦，嘿，有用无苗啦，嘿。安尼什么意思？意思算讲，真勇敢吼，啊，但是对，头前后壁拢无思考真清楚安尼。我白讲，我都足想要做诶，都无才调诶，有用无苗，我人足用诶，想要来做，牵。你黑白要来，你文化专门的啦，出来就噗噗跳，你咪死翘翘啦。哈你说。你这里专科哦。是。来。出来噗噗跳，出来死翘翘。有啦，这个意思，因为这俚语吼，算讲每一个人的解读无同款。无你解读，你解读你的，你解读你的。是，那照我个人的解读啦吼，照我个人的解读吼，就是讲，伫咧一个空间内底呢，真强呀，真厉害，安尼噗噗跳安尼吼。啊，你唔咧讲梦啊？哎，爆地气出来是咪噗噗跳？你咪是咪死翘翘？你文化啊！我一讲三掌就甲你拍倒啊！你还搁你还搁直接直接甲我讲你咧文化外敖，对无？这了人的时间吼，这吼无安尼就好啦。你吼，我想讲，互你加做一阵嘛啦，卖遐久吼，就转去啦，真拍算啦，无啥通算啦。好，吃侪啦。重点就是吼，伊阮环保局长、处长、局长啦，你下昼有法度去看，叫人即摆先去看，了者等。但是清爱咸的清唔通吼，放点仔，因为迄有水源的问题，一直滴人会食了死哦。嘿，不随叫人去看。啊，你即摆即个工课足多人做啊啦，你已经哦真拍拼真认真啊，馆长吼会佫甲你升啦，哦，以上啦，莫占用时间，升佫起你啊，升迄个佫起你啊。感谢。继续请朱淑美议员发言。来，谢谢主席哈，来谢九号第一个发言哈。我首先哈要感谢馆长哈对阮地方定番派出所的支持，因为伫顶年哈这个定番派出所的规划会哈，县警警察局这边才提出50万的预算，咱知啊这边甲阮挡掉。啊，经过本席的争取哈，馆长嘛从善如流，较紧的将50万的规划会给阮。嘛，感谢馆长啊！伫遮吼，再次个感谢，到有法度今年的这个工程会这个发包啦吼。啊，伫遮，我要问警察局长杨局长，啊，阮定番派出所即卖发包情形安那？来报告者。请警察局长回答一下。啊，谢谢主席副议长，谢谢我们涂议员的关心呐、啊。定番派出所我们已经公告招标啊。但是标了4次啊，都标不出去，好、哦，那标不出去原因呢、啊？开始有一家来，后来就没有来，啊有，后来再一次有一家来，但是他不降底价，不降价的话，那高出底价就没办法决标。那现在第5次我们有在检讨，我们也请我们请的那个顾问呐、啊，跟我们就我们的规划设计呀，啊，还跟我们的设计的设计师啊。在研究看有什么方式，到底里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愿意来标啊？如果这个标价的依我们这个预算的钱跟我们新建的坪数啊，比我们秀水所还高，但是就是标不出去，这部分我们已经检讨了，准备再做第5次的招标。警察局长啊，你有没有关心我们地方啊？自己的主权自己要停啊，自己的地方的事情吼，爱我这议员来给您督促啦。如果我没有督促的话，你们警察局根本不做了。啊，我直接搁郑重给你纠正。你讲发包失败，歹势，你不要我败。你当什么局长？你不跟议员互动，你也分局长嘛，无跟议员互动。你们只想着升官吗？你想讲啊，即卖高官已经20几个要退休哦，等升官就好，
电影的代志，你免甲阮关心。你嘛知影讲，我头甲尾都是顶关心阮顶岸派出所的这个新建。伫两年前，我甲顶岸派出所这块死人名，会用讲是顶岸派出所伫民国八年就伫遮，土地一直无法度解决。阮伫遐百年的老厝，阮无法度翻修，好不容易，我伫走总，甲国有财产局争取到这块土地644坪，这伫阮顶岸部的。诶，市值上亿呢，来免费来送给咱县警察局来做派出所来用。馆长嘛答应规划会已承诺给咱咯。你伫端午节迄天，你拄着本色，你算讲嘛有了了一丝丝啊咧关心阮地方啦。你甲我讲，顶番派出所已经发包出去，我听到的时候。我是又惊又纳闷，结果滨雅分局长就甲局长报告讲，歹势，即马等咧上网，准备要上网呢。局长，你关心了我们多少？你过去咱这个设计图，你用的时阵，你过去你做后勤科的科长，你嘛非常的内行，吼、哦，我嘛真感谢你讲吼，为着阮顶番派出所，咱这个咧起这个。伊这个厅下边啊，这个停车场，这个干呐，这个车棚，伊搞咱设计一平9万，哦，这建筑师实在是够牛的啦。设计一个停车停车棚9万，你甲讲停车场9万，哦，这个不合理，一定要把这些建筑物这些坪数把它归到我们的主建筑物里面，让我们的园景办公能够更顺畅。更顺畅，哦，更舒服，这个我非常跟你赞同。但是，我请问咱这管建户家，恁阵啊讲一个工程流标三届，我相信恁这主办恁这发包式的人员就开始咧紧张啊，局长啊，你放好阮顶番派出所流标5摆，你伫只个讲4摆，你的资讯在哪里？告新。这星期三你们再开一个协调会，阮派出所所长昨昏来我厝里甲报告，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现在要把那个他什么规划的，有一些是品牌的规定，改提掉。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人家厂商不来招标？林宏局长，拄到我参。伫个风台前一天，我参馆长、参水族处长去阮鹿港清洁队看迄个排水系统是毋是有正常的时阵，拄到我连一句话都无讲，连一项报告都无，迄拢甲你学的吗？你们两个人只想升官而已吗？请馆局长你来甲回答者，你关心了什么？关于刚才议员提到，我们关于本来把车棚啊那个。坪数啊，我们把它改为我们办公室的坪数啊，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服务的处所啊更好啊，这一部分啊，这根本没有什么疑问的、啊。那改变以后啊，现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议员有提到我们的品牌部分啊，譬如说我们的卫浴，我们有写了3种品牌啊，但是厂商里面有提到说，你只能写3种品牌，但它没有其他的可以用啊，因为这个品牌的话，当然。它有品牌的一个价值，啊，它是建议啊，但是后来我们在检讨，啊，依据工程会的规定，你可以写品牌，但是也可以再加上一个同等级这一部分，啊，刚才议员提到，我们就是同等级这部分我们没有写上去，那变成就是说我们使用的品牌就只能我们写的3种品牌都是市面上有的，啊，这一部分我们也做修正。所以讲哦，局长，阮顶番埔是水务金的故乡啦。哦，要用什么品牌吼、哦？你会当简单，只是你下底人讲吼、哦，在地的品牌。啊，阮顶番部都专门咧出山寨，你搁甲阮制定什么品牌？这是上基本的。你过去做过后勤科的科长，你非常了解这个发包跟这个设计当中是不是有人在搞鬼？是不是指定了一些某些特殊规格？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官商勾结，还是说
建筑师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要写的这么多规格？为什么要写的这么多品牌？我们写的品牌都是市面上有品牌名称的啊，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人咧定咧讲啦，三年半两年半啦，啊，不过恁局长恁是一年两年，恁都要走啦，拍拍屁股你就走人啦，留下的还是我们地方上的问题啦。局长啊，我直接搁再跟你讲，不管你什么时候要走，请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可以吗？可以。啊，你即马按算，定是要搁重新发包。因为我们里面有些内容变更以后，我们的公告期要再恢复到原来差不多两个礼拜。搁要开啊，讲个啥？两个礼拜，我希望你这两礼拜，你要走的进程，一定要把这个工课。要甲发包出去啊，莫搁留标啊啦。因为议员作主的意思讲，唔能够第六届留标啊，对，你会记哩啊，局长啊，尽量总发包出去。公开的管政府总来发包工课，准也无人标，嘛会拜托人来标。到底是什么问题？你不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你把这个问题你要留给谁？我想我们定品牌名称原则还是让我们使用的东西能够更好啊，并不是说想要弄作更差。我知道要更好，啊，不过你准也无去督促，你底下的人会动吗？恁这局长分局长，恁官做做，恁就走去别管区了，留下的还是我们地方的问题呀。反正搞定你就是价钱问题，还是设计有问题？局长，你回去之后详细了解再跟我报告。你不要再像今天一样，留标了五次，你跟我讲四次。好了，搞定你等于吼，用个总个详细再甲土地报告，安尼好不？搞定啊，好不？好啊。而且后续的，伫个墙壁上这个。水五金意向造型，我知道那时候你已经走了啦，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是我们底下的人，还是你的基层人员要去关注这个问题的。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跟你讲的话，你们底下的人都一定听得到了。希望重视重视再重视我们地方的事情，我们地方的事情我们要自己坚强，我们自己要管。好，我也真感谢馆长来给我们地方支持，谢谢。好，馆长，谢谢。好，什么资料？好啊。文化局长，你敢有尊重议会？文化局长，你有尊重议会无？起来讲一下。你敢敢讲无尊重？啊？你敢敢讲无尊重？你看敢敢？伊讲啥哈？伊还袂讲嘞，是讲敢敢讲？敢敢讲无尊重？你有尊重无？有。哦。啊！你是所有议员总尊重，还是看人尊重？报告议员，所有的议员都尊重。哦，啊，你有尊重我无？报告议员有。有哈。有。啊，有时啊，咱开机第一天，甲你爱资料，叫伊今日提我，甲倒袂提我。哦，真正来做资料，你无人啊？袂记得啊？哈哈。安怎都有尊重啦？啊，嘴尊重，嘴尊重啦！我甲伊扫资料，你嘛袂记得啊？我就是讲伊讲尊重你，我听你讲你有爱我，我就听唔到。我跟你要什么资料，你也忘掉了哈？我去机会让我大，家去查，家去调。我有跟你讲吼，联席会议开议第一天，我就跟你讲，张联席会议爱给我。哎，今天什么资料你知无？啊，今天意见才会讲呢。野溪的一个清淤的关心吼，那跟议员报告，我们的不管任何的排水吼，只要是我们的权责吼。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去巡查，然后透过各种建议管道，我们都会来做一个，做个清淤的一个维护哈。我先搞你哈。户外有受损的话，绝对马上会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到呢。是。哦，一样哈。我所在真侪咱咧来受损的哈，拢甲飞去边啊，啊无就甲卡去揢咧天花顶，啊落雨天水若落落了，伊就搁落来啊。啊安尼吼，开讲安尼去包相关啦，安尼才有工课做啦。安尼只工课永远做袂了，免惊无工课做。安尼若甲砍掉，伊就无，就即个就刷咧。所以讲吼，即落物件有去收存，一届一次到位，袂落做完成。而且砍起来丢草，啊是包括迄个
堆积迄土，地泥，爱土拢爱清掉，爱稳造，唔通阁留咧啊风，迄风台落雨留咧，伊阁再一届，你这你有咧追踪无？个原报告吼，这是阮的基本要求，这绝对是爱清造的。但我所知较早进前吼，几啊年前，甲咱做这做了无够完毕呢，拢留咧落个泪，留咧个泪吼。我看迄石，迄个四面河咧石排天排水有咧做，啊，大咧排水咧，迄顶油去你要去安溪里头壳顶粪扫场忙啊补迄段，迄段有清无？你等去查看卖好。咱即摆即个咱的野溪吼，拢咱也有迄个发现到即个叶迄个草的情形吼，拢会来主动来清啦。吼，啊，原你伊毋是有清两冬，啊，两冬内若有迄。业者主动过来清，是不是安尼？对，无唔对。啊，敢有咧清？有样咧清无？原你建议的，你所讲的迄个位置吼，阮这边再来了解看卖咧。讲议员是讲下晡要桥段再去巡啦吼，我是大部是桥段时来定咧巡。我随了我来跟你讲哦，你也家己过去看哦。吼，伊桥段再去巡，我是亲身桥段去巡哦。吼，有影吼，好来。是。啊，佫一项佮请教吼，即卖离咱这个会期吼。咱有议员同事，而且伊个书面的吼，同意案有来提起讲，毋通伫彰化市的大埔集水沟迄个黄逊道路，哦，之前有议员而且甲你伊个质询，有甲问起讲，黄逊道路要提高为一般道路，那安尼因为车辆真济，之前我嘛甲你讲，啊，离迄个大埔集水沟要趟出来中山路，一直甲出去甲高速公路交汇道，恁咧做二期、三期，即马也未发包遐，包括这条黄逊道路，咱议员包括本席在内，嘛非常赞成这条大埔集水沟，唔呐会当提高为我们的黄逊道路为一般的道路使用，甚至未来嘛爱拜托馆长，讲伫这个大埔集水沟的两岸。伊来做悬臂式的即个路，互伊一路直直出去到高速公路，包括过迄个南兴桥，出去到永和厝溪，安尼，互彰化市的市民除了行中央路免除塞车困难，迄种痛苦以及外，该拄着的，互阮大埔路、通延平路这条路的车辆的疏解，也当完成。过来，因为行迄个黄逊道路，嘛带来地方互一条。黄逊道路佫提高为一般道路，佫兼悬臂式的佫拓宽。我记你馆长有咧讲，这条路若拓宽了吼，包括恁水师处的迄个污水若做了成功啊，迄馆长下乡去咧甲乡亲讲咧，后摆大埔坐水沟，毋若看到狗仔水有鱼仔的时候呢，佫后摆看到讲小姐穿比基尼伫遐游泳呢，吼，这馆长是下乡安尼讲，伊是咧妄望呢，啊，所以讲。拄只本身咧讲个大埔集水沟这个部分，提高为黄逊道路，提高为一般道路，这个部分啊，咱议员嘛，而且正式提案吼，而且伊嘛要求要建议啊，组专案小组啊，内底有咱真欢迎啦，甲本身有咱来做委员吼，所以阮议会如果若组专案小组，这个部分来甲管路正式提案，以你主管机关，你是主管的立场，这个提升为一般道路。可行性，你甲台湾报告一下，出了。甲台湾报告吼，咱这个大埔排水两边的迄个咱的水龙头路吼，即马目前的跨度是无讲概括啦吼。那但是吼，咱即马已经变作咱这个东西向吼，即马通行的捷径吼，所以我有注意到这点吼。啊，其实伫我主管机关的立场，我这个迄、那个水龙头路吼，啊，真正真侪人咧通行的情况，已经发展一个。一继承道路的情形吼，阮这边是乐环新城啦吼，来做这个提升为一般道路，啊来做一个迄个安全设施的迄个加强吼，来确保咱迄个通行的安全。伫我这个主管机关的立场来讲，阮是赞成的吼，但是吼，一点就是讲，这个要安怎做法是安怎吼，这种还佫来做熟客吼，啊，护花的安全嘛真重要，所以这部分吼，阮会佫参公迄个干部单位。做单位这边过来做研究吼，啊，议员这边提供一寡意见给阮吼，啊，阮来做一个较好的一个设计，较好的一个处理安尼。对啦，我是讲，干那你同意尔吼，你无道路机关，你无公务局这边甲你配合，你迄个黄逊道路要提办为一般道路，是你是毋是家一个人？你差是南北，你是哪？
鼓掌难免，你嘛无得做遐工课啊。所以这个部分嘛，啊拜托咱县政府跨局势吼，共同这个五万吼来甲阮完成啦吼。啊，我搁有一个问题，有哪来你个你村主管才讲完，那个教育处长。我开两分钟后讲，处长，一外口坊间即马有咧传言，讲今年的国三、甲国二、国一以下的臭笔试分数的录用标准不一样，讲国三的本来真侪咱的囡仔国二读到国三，即马伊的臭笔试，包括伊的分数加分，包括伊的奖状得到的奖项加分的比例，讲国二、国一的过来会无同款。因为安尼的关系，真侪学校的囡仔的家长，尤其国二、国一的，感觉安尼是无公平。啊，国三的，因为伊未来所要产生的，诶，这臭笔试分数，听讲有变动，啊，到底有没有变动？啊，为什么会有这种风声出来？啊，这风声位倒来哈、啊，是恁教育局放出来的吼？啊，无闹这个风声，其他臭笔试分数也不一样。啊，处长，请你答复。啊，请教育处处长回答一下。谢谢主席，谢谢赖议员。是这样的哈，因为十二年国教超额比序的定哈，它从103年开始，104年、105年是今年，明年是106年。那106年哈，原则上应该是要照105年继续推，但是呢，在103年我还没有接任的时候哈，他有定了一个草案，那个草案说曾经。想要把社团参与列入超额比序的一个项目，那我这样评估了，我们平行来论，鼓励学生参加社团不是什么不好，那如果有这个机会让大部分的孩子参与社团，那个可以发展他多元兴趣跟能力，那把他加入这个分数，我不是反对，而是说如果105年已经定的东西，106年要定可以。我们下个礼拜哈会召开一个入学推动委员会，大家来详细评估。原则上大方向不要再改来改去，小部分局部对学生有利的方向，我们愿意纳入讨论。那下个礼拜可以定案。我会朝那个绝大部分的家长跟学生都可以认同的。对了，我知道。好，处长，你再甲罗议员介绍清楚啦。好，时间上啦哈。好，好，介绍清楚，你再甲议员报告。哈，啊，继续，谢谢，请白鲁议员发言。谢谢哈，主席，还有所有处长哈。馆长，咱即阵啊吼，东区迄边拢有咧用迄说明都市计划说明嘛吼。啊，伫遮本身是甲你建议讲吼，因为你即马迄个所在要来规划都市计划，可是你周边的路，周边啊吼，有一挂路啊吼，需要去拍通的，需要去甲开发的，咱即边敢有愿意？有研议，还是讲有去看，有倒几条路吼，真的是需要把它打通之后，袂用加以一个东外环为替代道路啊。麻烦，倒一看馆长要回答还是迄落处长？啊，请政策处处长来解释一下。谢谢主席啊，谢谢白议员哦，对这个彰东的都是计的关心嘛吼。其实这个案在那两天的说明会，我们有一再在跟我们这些乡亲报告了，现在目前做的是一个草案，当然不是只有这个那个东外环那条路而已，将来也思考一些靠有一些替代性的道路，所以那两天的这个说明会也有很多乡亲在说起路路可能太小条啦，还是说有需要又一个较大条啦，这我拢会纳入这个思考。那么，迄两天的说明会最主要呢，是因为要向内政部争取，要来做市里常委。那么，市里常委若通过了，以后续这个所有的草案
会阁进一步来巩固展览，展览就要阁进一步来请大家吼、哦，看有啥物意见无，来做一个探讨了，啊，再来做一个心意决定安尼。本身吼，直接是甲你建议啦吼，东区、东区迄边啊吼，目前伊要搬位咱花坛这边来啊吼，是即个东外环较大条尔嘛，剩咧遐一挂拢是细条路啊，吼，啊因为现在目前咱八卦山，咱即个天空步道带动咱整个人潮，啊139嘛，规个拢几乎塞车，吼，啊第一只。本色是建议你遮吼有一条石牌路，石牌路你知无？石牌路一段二段来，我摕一下图你看。图你当时啊，会使叫顶咱顶讲你共放起看佫较清楚。你看吼，即卖有无？咱东区迄边这是张南路五段嘛？五段你即卖。这边是要都市计划嘛？东区这边都市计划，石牌路加这个所在，这个牌路你知无？什么牌路？迄名我是袂记得，但迄个牌路我知影。四民湖啦，四民湖啦，四民湖，你即马按遮石牌路一段，你来，你来到遮，遮有一个祥光寺，祥光寺，你来到遮顶一段，才经过高铁嘛。这一段已经啊吼，桥拢伫个六米左右遐。阮想要甲你建议讲，你二段开始遮吼，这中间目前啊吼，这个所在拢是一挂种一挂奶枝啦、莲茎啦，啊嘛有咧做迄、那个咧做莲茎的迄个砍树迄款的哇，吼莲茎干啦、奶枝干，啊这里还有庙，吼啊遮来个遮，来遮个遮就是139。139东外环家，阮想要甲你建议讲，即、這个所在甲即个二段即个所在啊吼，因为伊路较细，可是目前啊吼，即马足侪台中人，因为三清宫，咱三清宫你知嘛？遐运动人足侪，所以即马即段路石牌路二段，目前真侪人伫遐咧运动。本想是要甲你建议讲，你既然你即马东区这边咧做多。都市计划的话，你应该要再有一条道路来替代方案，对不？好、哦，啊，这个张南路搁过这边面，搁过这边面，你知影无？搁过这边面通到位，这应该公务处，公务处处长，你有较了解无？来，公务处处长，那个。彰南路台十四线以北的部分就是彰信路台十四丙啊。彰南路过，我跟你讲，这个四面佛过那边面，知道吗？来，比较大条的就是彰。我跟你讲，年底要通车，咱年底要通车的，溪尾大桥，你知道哦？溪尾大桥是明年底要通车，对不对？它可以这一条路几乎连贯到139吼，也能去带动整个南乌日台中那边的、台中那边的人，有很多按这边武峰啦、乌日啦、台里啦，也能直接按这个溪尾大桥过来咱彰南路这边，而且也可以直接走这一条石牌路上来139，直接到我们的，直接到我们大湖遐。那你一夜来，咱公务处长这一条要拓宽的可行性。好，谢谢主席，谢谢主席哈。那跟议员报告哈，那现在台中市在做的西尾大桥，它是通到台中的西尾里，它会目前哈能够接出来的，就是从福田一乡、二乡那边接出来。好，那接出来之后呢？这是往比较靠彰化市的，那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另外一个直接接到我们彰南路的部分。那议员关心的就是在往上接到山上139的部分。对对对。那我们道路的拓宽有两种方式，目前它是都市计划外的部分，那因为它不是我们的道路系统哦，那比较难争取到经费啦，就是说提报生活圈它比较不容易争取到经费。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在我们的都市计划内的
都市更新的部分里面去把它的都市计划的道路编进去。这道路的开辟有这两种形式，那就是我们未来咱东区的都市计划应该要把这一条路也规划进去。哎，议员报告，我不知道他可能不在，不晓得有没有在他的都市计划内呢？那如果没有在都市计划内的部分，我们就以他整个都市计划外的一些联络道路来做一个区域联络的道路来做考量。这个我们会再跟建设处这边做一个讨论。好，那建设处长你讲者。哥，感谢议员吼，因为这边的东区伊的范围有一个范围啦吼，啊，拄啊议员咧讲的，有伫这个范围内底，冇这个范围外口的。等于讲，就是拄啊咱迄个林处长咧讲的，属这个轨道是计划安尼啦，即类整个规个这个交通系统的网络，免来拍通，当然这个部分，阮会当伫都市计划甲都市计划含公务这边过来进一步来协调咧。处长，恁两位处长，我直接先甲恁讲者，因为目前吼，咱县长啊吼，已经就职满年外啦吼，要满2年半，目前啊吼，你甲看彰化市。没有一条在他的任内开发出来的。我希望讲吼，你莫讲啊吼，伫个你都市计划拢规划好，再来开这条路。我希望讲这条路有法度可行性的话。啊，搁来开三钟，我讲我说。这条道路可行的话，恁尽量吼，伫个咱县长吼，伊的迄个任内啊，吼，紧甲完成，至少说吼，也有哦，够迄个咱县长啊，吼，完成这道路的迄个拓宽吼，因为像迄天空步道啦，迄拢浅草的啦，咱县长是来甲征采的尔，吼，嘿啊，请恁啊吼，提起相关的规划，再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公务处甲建设处，恁两个处爱来，恁两单位。这件道，这件工过，白议员真注重，所以什么有规划要什么安怎用啊？家报告好，你知无？哎，恁来提出，我讲哦，评估啦。嘿，先评估啊，提出看可行性安那，好啊，卖讲搁等个年底啦吼。今仔已经7月23，好，嘿，最快不然最快哦，恁下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你们下去评估，好，再给我答案。好 ，OK， 好，谢谢。啊，感谢。继续请赖清美议员发言。多谢主席吼，以及主管、馆长啊，媒体朋友、各位同仁吼，啊，伫遮吼，我是要请问咱，这也不算是警察局啦，我要问一下吼，深港分驻所，停车棚跟消防局，消防队的停车棚，户政的停车棚，好，深港乡的。啊，这我听讲，我吼每一个人落雨，我也过，我讲靠，要咱一挂迄警车的奥多拜，啥物嘿拢徛伫遐吼，啊徛伫遐，内面若落雨，外口也落雨，啊，它那个造型很特殊，嘿，啊，拢无迄个功能。啊，上一次我也讲过了吼，啊，可惜我想要了解者，开遐侪钱，啊，当时要改善，啊，到底要安怎做，较是健全的，这咱多一。这是浅草做的啦，遗留下来的啦，嘿呀、啊。好，请公务处了，公务处处长我解释一下。好，谢谢副议长哈，谢谢我们赖议员对于整个深港联合办公大楼那一边的整个我们机关的办公园区的关心呐。那个案子是在之前100年就开始有规划那个案子哦，它是以一个景观绿美化的案子下去做改善的啦，那有包括。停车棚就是警察局旁边那个停车棚啊，还有前面的地砖、嗯，甚至于还有上次议员有关心有一个招牌，后来倒了之后，好、嗯哦，我们现在正在做处理哈、哦。那因为那个标案的包商已经倒掉了哈、哦，那我们现在重新已经有用把他的那个结余款跟那个保固金，我们有重新发包，把他当初验收的缺失，还有地砖不平的，还有前面的那个招牌，我们重新再做发包。那什么时候才会重新发包？现在应该之前有签办了，应该最近就会上。那你的意思是说，给你你对一景物的一块工全新的那个停车棚啊？不过，啊，户政消防啊，警察局。跟议员报告哈，议员关心那个停车棚有一个中间后面有一个缝的部分哦。对啊。那个是原来就设计这样子的。设计这样子，你认为有功能？啊，因为它原本它旁边现在就有沟啦，啊，他们当初可能因为涉及到一些建筑法规的部分，他们在。
调整那个建筑法规的部分、啊。不能再改吗？因为咱我看伊建材嘛，阮遐风头水尾啊，我都要徛伫遐，常常爱切啊。你建材建材，我都要袂使徛脚安尼，规个拢用火，会用迄沙粉啦。啊，徛伫遐落雨天，你也看规个淡漉漉啊，一点功能都没有。你若讲是消防队跟护政这边，因为工作人员不多嘛，停的机会较少嘛，啊，所以讲因会用闪的啊。啊，警察，你看迄警察，深港所都有多少警员？23个还是多少个？啊，你啊看咱的警车，各应该的车，我都买啥物拢徛伫遐。啊，徛伫遐，你看，啥物一点啊雨都无啊落。我讲吼，我较输个贴条吼，用个篷布盖起来吼，啊，反正啊，电都较好。跟议员报告好，我有看过他原来的设计图，他就是刚好两边，他这样也不会说更美观、啊。中间没有在，对不对？他前面有刚好中间两个机车棚，这个中间他没有一些遮雨的措施啦。你应该有看过啊。那个我会再跟我们当地的，包括户政哈，我们再跟他讨论一下，因为整个的经费嘛，所以这无关警察局因的代志嘛、啊，因为迄经费已经较早的时拢做了，我即摆改用村里的迄个保固金去做改善啊，因为他那个是照原来的设计图去做的。是哦，嘿，啊伊偌侪钱倒啊，偌侪钱伫咱遮，咱那个改善有够无？我现在把那个剩下的钱签回来，好像是20-30万在做修缮。那1000多万，我记得1000多万，那他倒掉啊，剩下20-30万啊，这20-30万。之前已经都做完工了，拢验收啊啦。伊是讲做了，拢验收了。嘿，安尼那也。还是验收缺失的部分。哦。验收了，做了不好啦，验收都叫造起啊。造起啊，嘿。20-30万，我看你能。20-30万是你给嘛代表？我就是把原来，因为我那样子案子才能结案，我把原来的缺失做改善完，因为他厂商倒掉，我一定把他的。你尽量改善了，较舒适的。没有啦，嘿啦，嘿，你嘛往行政大楼底下安尼宏观展吼，啊落雨遐落遐落，啊是到底是要徛喺度嘛看无啊？人都徛袂好势啊，佫讲我都袂徛。改用我较好较舒适的吼。好，我再跟他们使用单位做一个讨论。好，你请坐哈。啊，我想要过来吼，要请问咱的农业处长，农业处长，我想关心的就咱鹅寮。鹅寮出海路嘿，我嘛已经有甲你讲，咱馆长去年嘛捌去看过，因为咱知影讲遐风头水尾，因鹅寮鹅啊车要行啊，迄条出海路一年冬上无爱清两届，我嘛甲你讲过啊，恁今年敢清咯？农业处，请农业处黄处长解释一下、谢谢主席，谢谢赖议员对鹅寮的迄个清淤的关心。今年是还没有清，但是每一年我们大概都会花这个一次或是两次的时间，干净会去处理。你看，这个风台无来，干那里啊，滚一下呢啊，迄个鹅啊车都袂得过，定着冰车，遐嘛要出人命，你嘛知。所以咱馆长嘛爱护遐渔民，去年嘛有去看，伊讲啊，这街道吼爱便利建设，唔免讲渔民反映。咱若时间到，吼一年你有甲我讲过，讲要清两届啊，即摆已经7月尾啊呢。结果恁一届嘛无，搁较好笑是，我问恁的副座，伊甲我讲无经费，我讲凊彩讲讲的，连清都还袂，啊连做都还袂做都无经费，袂当定讲无经费起来搪塞啦。因为咱知影讲咱捡鹅仔渔民哦，出日吼安全第一嘛，啊伊嘛才辛苦着啊，看天咧食饭呢，啊风一来尔，鹅仔拢散去嘛，捡无呢，捡来一丝丝啊尔呢，起价嘛无效啊。啊为什么恁无法度去提恤这渔民，互因的鹅仔车要通行的时较尔顺利着，啊遐沙都无法度海沙。滚的就起来啊！啊，该滚的就起来是，咱是不是唔免等甲渔民甲咱反映？咱知影讲时间到哦，一年两届，前半年看你要定几月，后半年要定几月来清，唔免搁遐渔民大概都讲啊，搁紧来意愿，遐撮伊搁顶开啊。阮哦，若要蚵仔车要行时，阮拢都爱互相大家斗杀，听到足辛苦的，啊嘛足唔甘的，因大家斗杀。万一若讲我一个家己一个一台蚵仔车伫遐吊链的时，我问你咧。叫天天袂用嘞，伫海的嘞，海平遐嘞，啥物人要甲伊斗相共？所以讲，处长，我知影你嘛讲吼，对这渔民啦吼，农民遮，咱彰化是农业大县啦，渔民你嘛爱甲照顾啊，吼啊，山西、新港，遮出入的嘛，敢若两条出海路尔，啊，我上关心的。这你就是去遐做哦，好嘛，唔免讲咱搁讲你才去。我现在嘛专工搁去哦，有迄沙已经哦，规笑深啊，无怪迄蚵仔车落去的时拢会掉链。
调练的是要爬起来艰苦，要落去也艰苦，吼，无人斗杀，真正嘛艰苦。我后盖要杀，你敢要去遐斗杀？甲赖员报告吼，好不好？因为迄个地是工业局的啦，阮已经伫礼拜一啊礼拜二已经询问，先给工业局。跟他反映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说，吼，例行的公务，吼，恁就是去做啦，卖讲人反映恁才要做。啊，今日若阁无讲的事，恁反正到年底阁无做，安尼不对啊。啊，咱这渔民是啥物人要照顾？因唯一的出海咯，就是恁爱家斗三工啦，好不好？工业局也好，农业处这也好，我们要尽量去配合他，和农民行得会顺利，安尼敢会使？好，可以吧？哎，安尼我问你啊，你当时要做，我甲你问哦，你拢无甲我讲吼，是年底要做哦，我穿好好，还是十二月才要穿好好哦，我等下爱甲遐渔民讲。我，搁开两分钟哦，介绍说。会后我会外督促阮渔业科赶快去处理这个。伊也是看咱海用嘛，若无水的时，就好去穿啊啦。啊！我会使干那喂下去尔，好过伊渔民过年了，我的车搁靠倒转来。我有来看，我今日就是来看这個。啊！伊讲我是毋是会使进？你叫柯丁来要请示下这个，爱讲一下，甲议员讲一下。要请的时阵，要请啊，到联络来议员安尼落，唔知你现在知？我你请的那帮，就是别人请去的。我渔民嘛，家己有咧穿着啊，事实是家己有咧穿，但是因穿无法度穿甲像咱囝尔穿啊遐尔好势着啊，因家己着倒拨遐个。啊，毋过我感觉遐毋是因个工课，咱爱照顾因，啊，所以拜托你，国际进前，吼，尽量甲阮穿好，安尼，好不好？谢谢。以上。继续请超驾议员发言。啊，谢副议长、县长。县府一级主管，各位一位同事，还有媒体先生记者哈，本席在五月份以来一直在检讨我们的财政状况。其实县长也曾经在大会公开指出我们的财政没有问题，可是如今哈，在临时会的起初，我们县长开了一个记者会，公开的指出我们经过。党团议会协商来协助县政的财政状况，其实我感觉实在吼，管定有款公道啦。知影我甲你请教者，咱即摆财政状况到底是安怎？你简单说明一下。副总，财政处长。请财政处长解释一下。简略哦，嘿，我你先讲者。这个，谢谢主席啊，谢谢议员啊，对财政的关心啊。目前呢、啊，因为受到经济上的影响啊，我们的对啊，财政啊，虽然我五月份甲你问，你甲我讲无问题，咱财政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今麦才七月尔，你甲我讲财经济有问题，经济都有问题，问题出伫倒？问题倒啊，卖搁阿牵边哦。问题出伫迄个近几百税收没有，有时会没有达到这个我们的预算数的话，那这个哪个部分啊？哪些状况让你造成所谓的经济不好？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受经济已经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土增税嘛。土增税影响多少？土增税，大略就好。我跟你讲吼，是不是十亿？差不多。你未讲我跟你算好，我讲好跟你做了呀。哦，是。謝謝包括你所谓利息，啊，佮有土地卖，土地卖不出去，你的利息虚增的部分，啊，佮土增税，所以这是你所谓的景气不好。那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土地的出售啊，也没有卖出去，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所以其实应该这么说，你一开始预估就没有把它预估得很完善，对不对？六千多。当时对这个经济景气的这个预估啊是比较乐观的、啊。那后来这个行政院的这个经济景气的这个增长率一直下修，那结果真的是我们的。那几百收入无几百，销售啊卖生意开啊多，所以唔只挡袂掉。我甲你请教一件代志就好啊。咱即个捧出来的对加减的土地也卖无成，会造成偌济财政，关键会财政。
我跟议员报告，今年提出来的这个土地总共那个公告限制是十六亿，但是我十六亿啦，公即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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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来十九笔土地，总共你卖出去三笔十九亿，十九，但是我在编预算的时候，我只编土地售价2亿，那为什么编这两亿？这两亿，假设说这两亿还收不回来的话，那当然以这个我们现在资金上调度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去撑过去的。如果卖不出去，假设只卖了2亿，你还是可以撑过去就对了，是不是这样？是，假设说没有卖出去的话，那当然这两亿。本席从这次的定期会到现在，我一直很关心我们的财政状况。是是，谢谢。你也屡次跟我说，我们的财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很担心我们的庞大的福利政策会压垮我们整个县政，也会拖累我们县长。是不是应该给？应该更透明化的一点，让县政、让县民，甚至让县长知道我们的财政状况的窘境，和管定做好上好的决策。好，另外我问一下主计处长的，主计处长，我们的基金有没有编列利息？支付基金利息的部分有没有编列？请处长回答。请主任处长解释一下。好，谢谢主席，谢谢曹议员。我们基金哈，目前有举借债务的，一个是我们的利息，跟我讲利息编列多少钱？湿地重划基金，因为他们那个田中那个部分哈，目前开发成本有借债，因为我知道你们扩大集中支付，所以我被要求问看，您挪用基金所支付利息有多少？哦，那个部分，因为这个。资金调借是财政处啦，我是知也还好。嘿，你用编吗？还是不编？在基金里面不会去编这个利息，他们。那你请你请处长，请知也回答我者。谢谢主席啊，谢谢这个曹议员对这个资金上的关心、我不是，我们是实施这个集中支付，集中支付是账户分别管理。资金共同使用，所以你们挪用？当然不是挪用啊，绝对我否认说你是说挪用，这是按照公库法上所规定的集中支付。马金，我用名称可能不对，但是你使用，你讲你扩大集中支付，你使用到的基金状况，需不需要支付利息？那我跟你报告嘛，账户个别管理，所以他应该得的利息，我们还是照要支付。哇，这钱，我要知哇这钱。这个因为详细的数据哦，我这里手头没有了，要的话我可以再。我现在问你，你们应该所有财政处都有在听，我在会前我要得到讯息的资料，我抵他们算回基金，我要取得这讯息资料，我这几年。目前我们利息呀哈，我们利息支付这个利息啊，全部都在我们的利息总收入。我们今年的利息是编的这个，我们按内底线哦，它编的这四亿块吧。干的利息14亿块？不，四亿了。事业要包括我的长期债务啦、短债啦，还有这支付集中调拨这些利息，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总数哦。那假如说你特别要看，到底给那个，在这个总数当中，我们给那个基金的利息，他应该给的，我们按照那个他去，他的银行存款的利率，我们照样支付。所以其实这样子可以推算，你到底用了多少钱呢？没有办法推算了、可以推算你到底用了多少基金、因为这个就是隐藏性债务啊，为什么不是隐藏性债务？这就是表示说你用使用多少基金里面，所以你要编的利息。没有隐藏性债务啊，到期的时候就支付啊，所以隐藏性债务是到期到期没办法支付的问题啊。我们定机会等你决算出来，我们再过交多少钱，请处长坐。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剩50秒，我要跟馆长说，你应该要取得正确的财政资讯，来去做你的所有的配套措施跟施政行为，才不会拖垮整个县政。整个县政拖垮，假设行政院真的控管我们的财政，吃亏的绝对不会是整个彰化县政府而已，连议会、整个县民，因为毕竟有出现什么代志，你说我建设所有的东西都会停止，会控管你的财政状况。所以我拜托我们县长，一定要务实的去了解。五月份讲财政无问题，七月份的临时会讲财政有状况啊，无较紧的啦。换家啊，知换家用处，换家用意啊。以上。
继续请蔡立敦议员发言。多谢主席、馆长以及主管、各位同仁、各位朋友记者朋友。三十六号第一次发言吼，即站一直咧讲财政，财政吼，我本身个人认为啦，财政敢若咧换一个假咧，有偌侪钱开偌侪钱，无遐侪钱，规工甲囡仔讲，爸爸明仔载，还是后个月，我要甲恁换豪宅、开跑车，讲句吼，囡仔卖肚腩啦，哦，就算有一天甲讲讲，爸爸要带恁来食好食的。啊！要来出国要创什么？结果是用利用借钱的，吼、哦，来利用借钱的。我举一个例，吼、哦，这发生伫阮兜的身躯顶，这我讲家己啦，吼、哦。阮老爸，吼、哦，为人海派慷慨，少年的时阵，只要朋友兄弟去找伊，较艰苦的借钱，就带去酒家咧啉。艰苦着谁？艰苦着阮老母，就是这个意思。无遐侪钱，你无在了做遐侪代志，吼、哦。会记得顶一次即个定期会，有咱的议员同仁问馆长是安怎？原本要实施的馆长头先先发动的营养午餐的这個，我会记得馆长讲一句话。哦，议员咧问讲吼，为啥物你会停去？因为议员拢支持嘛。馆长你讲吼、哦，你讲，因为国光石化无来，因为中科四期还未开始，所以彰化县的税收歹。馆长，伫你要参选馆长的进程两年，都已经决定国光石化无要来啊，都无要来啊。咱先卖讲较早，什么人赞成，尾下恁反对的，迄拢卖阁讲啊。中科四期就算顺利完成，嘛无可能伫近两年都开始有税收。所以，馆长，你当初是选举进程，你就讲这话啊。所以吼、哦，证明你当初是都已经有想法唔对去啊。吼、哦，唔对去啊！所以，阮议会所有同仁真正咧，甲馆长咧斗相共。好的政策，阮支持，但是考量到咱厝经济压力，咱应该安怎修正才是对的。吼、哦，这是甲这个馆长建议者啦。吼、哦，后来，我请教咱金牌局长，金牌局长，哦，咱干那一位尔，就是咱的卫生局长，有影吼、哦，好。前两天伫咧大城演艺厅，即、這个民众吼，大城乡民即个健康风险评估有显示出来，六成至五成以上的民众身体拢有重金属的污染，而且搁是个啥物聚乙烯呀，讲这对人体是一级致癌的伤害的物质，这造成吼，阮遐所有乡民吼足恐慌。局长，我会知你做用心的，你有啥物想法？我请甲你请教一下。A 局长，你起来个解释看要安怎用法？谢谢主席哈，多谢陈议员对这个大城空屋这个问题的关心哈。啊，我说明一下，咱即个紧哦哈，紧。那即个即个空屋调查是古尼哈。馆长特别把这个动植物基金来委托台大张长全教授去做个检查。啊，这个检查就是像头先议员你讲的吼，重金属加迄个，尤其是叫 TDG 的，迄就是聚氯乙烯吼，如果有暴露到的话，就来得检出来。好，咱差不多有五六成的民众相关吼。啊，这部分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拢足关心的问题，所以迄天嘛有中央吼环保署加卫福部健康署的官员拢来参加吼。啊，咱一个咱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几个重点吼，第一就是卫生这部分吼，阮的持续后续的健康照护计划，比如讲迄个 TDG 的迄个管的人吼，可能以后肝癌的风险会比较高哦。啊，阮咧安排后续吼，会有一连串民众吼，啊，甲通知的委员说做评估了后，后壁阁有一寡检查替伊来做，吼，啊，嘛有问题就紧来做治疗，吼，啊，无问题就后续追踪，吼，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要安那减少这种的暴露吼，啊，一部分迄天环保署的官员嘛有来讲嘛吼。恭喜因啊，因那个把这个问题也砸进去，希望能够做更深入的科学性的评估吼，看怎么来减少这个污染的危害。谢谢。就等于我是认为吼，有可能唔啦大城乡俩，伫恁四乡镇吼西南角遮，我记昨啦，昨伫外口咧食薰，一个味，我唔知迄倒位味，
我闻到，我会想要闻到迄个猪肉，会想要扫，会想要扫，唔是食粉粉扫的啊吼，只要甲恁解释清楚。都无咧食时闻到，你是输了迄个，你就想要扫，啊，特别有迄种啊，烂想要溢出迄种感觉，我当时怪怪，吼、哦、啊，所以佫想到这件代志。所以局长你拄咧讲的吼，即我相信入侵的代志吼，咱拢指向入侵啦吼，入侵的代志已经发生。遐侪年，大家拢咧讲啊吼，你即变成讲干那检查尔，我想啦吼，检查到尾啊，那愈来愈侪吼，这是咧对阮遮时代所有乡亲是一种伤害。有时啊人咧讲唔知拄啊好呢，唔知好了了。日早的时候，我规工干吼，干那想讲啥物人咧搞暗杀，迄偌恐怖你知道嗎？吼、哦，所以要安怎根本去解决？你伫媒体你有讲，入侵是属于婚姻观的，唔是咱的。我也故意报告。国公石化，我是赞成的，我是赞成的。为了这件代志，我互抹黑，抹黑较足严重的。但是我当初是我的想法是安尼，国公石化伊讲伊无要烧烧煤，伊是要用天然气。绿氢是烧煤，所以伊污染足大。当初是我嘛未晓，尾下豆豆去了解着，你先听者，豆豆去了解着，我才知影讲，嗯，啊那安尼的话，何不赞成呢？有就业机会，有税收，而且污染较无，都个我都照顾到阮这个三连角。那绿氢呢？绿氢永远一工无倒的话，阮的伤害拢伫的，是愈来愈严重，而且无税收。所以我当初是甲所有的环保人员、甲反对的遮，我讲咱做伙来，你若爱反，袂要紧，咱做伙来绿氢反，安尼毋则对。结果呢，反到即马敢有咧反？嘛无，国光石化无来啊。不要紧，无来就算啦。六千滴的无，嘛是搁滴的。上海滴的无，上海滴的。西南界税收有无？无。所以馆长，拜托你，除了阮大城以外，二连四乡镇，阮这居民嘛爱。但是检查还检查，还是根本的解决上重要，上重要。有人咧讲，啊，越南因为六千起去遐，啊，赔几百亿、百外亿哈。我嘛袂，但我相信，这毋是根本，是有法度解决阮所有人的健康才上重要。无甲遮所有的人拢带来大城定居一年，看因敢无？卖讲吼，定咧讲啥物？阮大城、阮西南角是因的即个好，啥物天堂、吼、哦、后花园，要度假来嘿，迄个所甲做伙啊，要咱建设啊，恁艰苦恁兜的代志啊，阮台北人，阮倒位要来佚佗，阮就来恁遐佚佗啊。拢以这种的讲法，那来，即马恁来遐大，吼、哦，要地要买，我甲你介绍，即马长俗，吼、哦，即马长俗，希望遮的人真正我都体会讲，阮二林四乡镇，阮西林。啊，开个广告说，造成阮遐所有居民的恐慌吼、哦，一定要是根本的解决，吼、哦，即马当初是恁反常严重的，即马恁表现的机会来啊！哦，一条线拢恁的，拢恁的。啊，有需要阮配合的，我要拜托阮当局的所有这议员配合阿敦，吼、哦，配合我，和恁徛做伙，好唔好？好啦，吼、哦，安尼有成选举无？有啦，吼、哦，谢谢。啊，介绍请戴秋平的演话。感謝主席、館長、現場咱所有的一級主管、咱的媒體朋友、咱所有的議員同仁、甲現場、所有人吼、十九號賴哲民第一個發言吼、要來請教咱的城管處一下吼、要請城管處吼、針對即馬吼、咱即幾工新聞攏常常咧看吼、廣告嘛做了袂歹，宣傳嘛做了袂歹，效果聽說評價也蠻不錯吼、咱彰化市的天空步道啊吼。有民眾咧甲我反映兩件代志吼，我想講請恁甲恁做一個簡單說明一下吼。第一項吼是講咱停車空間的問題吼，停車空間有民眾咧反映講吼，敢若毋是蓋好吹啦。啊，目前為止來講，我們停車空間還有沒有什麼地方也要再做進一步的改善，還是說在追加，還是調整的吼？啊，這第一項吼，咱做回答就好。啊，第二項吼，就是有民眾吼，嘛有注意到一個物件，甲本社反映，啊，本社嘛有走去現場看過吼。咱的天空步道是伫咱的八卦山面顶，哎，无声音。咱的天空步道是伫咱的八卦山面顶嘛吼，
啊，既然山顶的时阵吼，前几工啊吼，咱天气无介好，吼啊又打雷下雨，吼啊，就是这个吼打雷的部分，民众咧烦恼讲，啊，咱天空步道规个拢梯啊做的呢，干一个喊袂呢，叫全部拢掉啊呢。我们天空步道上面的人数还蛮多的呢。好，想要针对这两个部分，那城管处是不是？处长，那赶快回答一下。等下城管处。请城管处陈处长回答一下。谢谢主席，谢谢大议员对天空步道的关心。第一个部分停车场部分跟议员说明哈，那原来山上我们本身有在收费跟美学馆的部分，大概有250个左右。那后来交通队协助我们，大概有跟培元中学有借校地，那个部分大概可以停到200部。那城管处这边有跟国产署又借了民主新村做两个临时停车场，这两个大概又可以提供到400部。那原来在山下立河大概有200部，华阳市场那边的停车场大概有319部，再加上县政府前面68部。其实整个我们算起来大概这周边就有1200个小车位，所以停车场部我们目前觉得是够，但是最主要是交通疏导，所以这一块有那个交通队有协助我们有一个交通疏导的指示，那包括刚刚停车场这些招牌那已经有设，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会随时来补，那这个是第一个交通的部分。第二个是在雷击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这边有接到民众的一个反映说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也请同仁去查一下原始的设计，那大概在原来设计阶段，科长大概就有提出这个问题。那当初的设计单位提示说，他们评估是不需要，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大树，这是他们当初的一个评论。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来讲，除了专业之外，也要有时候要顾虑到民众的一个感受问题，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还是请规划单位有再过来看一下。那目前是在评估说，我们会找专家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让民众更安心的一个做法。那这个评估现刊之后，如果有，我们会再来补强。那个感谢处长哈，我这边哈，本身要强调就是说哈，因为我们停车场空间是因为民众反映，就是说哈，虽然我们好像有准备很多的停车空间给民众来使用哈，那第一个就是可能在标示上面或者那个动线上面的设计哈，好像没有足够的资讯让民众去做那个停车场的选择，或者是不知道到哪边去停哈。就洪明，我是看下讲哈，可以的话，我们用那个临时的哦牌子也好，好各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型活动的那种的告示牌哈，我们尽量多做一些，让民众有更多选择的地方。不足的部分我们再来补强。好，你们再去研究一下。好，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雷击部分哈，那相信你们有注意到了哈，我相信近期之内你们也会尽快做个改善。好，包括说，甚至说像猫缆的时候，如果有雷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停运，对不对？我希望目前管理上，如果是可以预知的，就是气象局，比如说有预告的这种，会临时封闭。但是现在常常气候有一种突发的状况，那突发状况，我们现在是用告示的方式，尽量提醒民众，如果突然发现天气不好的话，原则上就尽量不要避，尤其是避免撑伞。因为天空步道就在你们的局处附近而已哈。对，我相信就近哈，就近哈，最起码说哈。我们的一到五的时候，还是六日可以请人也好，特别去注意这一块，因为这个关系到不只是一两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现在假日大概都有请保全，因为假日的人比较多一点，所以我目前有请保全在控管。对啊，这个部分你们要跟保全做好沟通一下，这样子有必要的时候，真的为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他们下来好好的说明，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啊，至于刚刚讲的避雷装置的话，不是说。不怕一万啦，人家说只怕万一啦。你想说不会中，当然不会中啊。你在办公室里面当然不会中啊。你在走的人才有可能会中嘛。热天哈，大概买给他好爽。热天大概买给他好爽。那个雨伞就是个制高点，制高点就有跟这种危险性，你们多注意点，注意这一点好不好？好，谢谢议员。好 ，OK， 好，谢谢。看，请坐。那另外再请教一下哈，请教一下我们的消防局，好，消防局那个局长。那个之前哈，上个会期跟这个会期哈，本席都有在关心的我们的西区消防队啊哈的那个厅舍的建设。那千稿姐，你看红本稿拢报告一下最近的进度。请主席，请消防局消局长解释一下。谢谢主席、副议长，谢谢赖议员的关心哦。那个有关于延岭西区消防分队的那个。花包座位是在上个月，就是6月28号发包出去。那预计在就是下个月啊会动工。那动工的那个施工日期我们在跟那个厂商，我们原来的设计规划是550天以内要完工嘛，所以预计在106年，就是明年底啊，明年底会完工，会使完工使用。
那个局长好，跟你报告好，本席会特别再次的关心这个案子，就是因为说哈，你应该看过现在的西区消防队的厅舍的样子，你知道吧？老火啦，哦，还是讲妖气啦、抓啦，都看得到的。想说这里到底是消防队还是什么废墟，都搞不太清楚了。但最近有改善一些，不过好不积极啦。我讲为着吼，让那消防警员吼，那么基层人员有基本的尊严吼，让他们在比较正常的环境下来工作吼。我希望我们这个停设的进度吼，请你要好好注意这样子吼。本席也会全力支持，好，然后不要再有任何的不专业的意见去影响到我们专业的好消防队的运作跟我们的停设的建设这样子吼。好，那简单这样讲，那我还要其他另外一位局长请坐。那个环保局长，黄局长，要跟你请教一下吼，两项代志，我跟你讲，你等下一次回答吼。第一个是吼，我们针对我们现在彰化县内的我们那个事业废弃物的，那个我们中小那个企业工厂的事业废弃物燃烧吼，目前为止吼，我们那个焚化炉的运作情形吼，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另外一个事情吼，我先这样公掉，等下那个事业废弃物的，你等下再回答。要请教一下吼。我们现在的那个加油站的那个油气回收的检查，我们流程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先跟我做个简单说明一下，主席。好，谢谢副议长，谢谢赖议员对环保事务的关心哈。那我们西周焚化炉啊，今年的这个，你先跟我讲那个油气回收的，我们空气品那个空气品质科那边负责的那个加油站油气回收检查。好，加油站的这个他要。加油枪要设置那个油气的这个回收比啦齁，那我们每年都会针对这个加油站的油枪去做检查，那这个如果它的油气回收比没有合格的话齁，是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齁，依法可以处罚新台币10万元的罚款。快两分钟来讲。好，谢主席齁，局长我这边跟你讲齁，这是民众的状况，但是本席对此齁非常不以为然。我知道你们要严格执行你们的环保的稽查、环保的检查，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没有遵照这个规定的话，有空气品质的问题的话，哈，是不是罚款是罚10万到100万？当然你们都会讲说，哈，十万块，嘿，我们都是以最低罚则为基准啦，哈，因为它不是很严重的违规，哈，也不是蓄意违规的，那罚十万就好啊，十万就好啊，十万对我来讲听到是偌大数字，你知影无？要惊死啊呢！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我讲公聊，现在要讲民众的状况是这样子哈，他们的设备有问题，他们报维修了，在前几天报维修，在你们稽查的当天的近中午的时间，他们维修人员已经来检查过了，检查完发现他们的设备不足，他们的东西料件不足，他们回去调料件了。接下来你们稽查人员在下午4点半5点的时候到，说我们今晚被检查，那我们的。现场工作中，我们已经请那个维修人员来了。我们要等一下，6点的时候就来维修，可不可以等一下？袂用的，袂得等的。我很牛，都是要给你查，我查到就是要给你换，因为我知道你不及格，所以我一定要查，一定要罚。你们到那边的目的没有辅导，没有沟通，唯一目的就是只有罚。老实讲，这个对业者来讲，他很无辜，你知道吗？伊唔是讲底下讲，哦，不是，不是我用的啊，这不是我修的啊，这不是我倒的啊。他们没有这种态度，他们说我们已经先知道了，他们只差在一个，就是说他们没有透过你们的系统，没有透过的你们的系统先跟你讲说，哎，我物件有害气哦，啊，你老伯来查的时阵，你在啊，个特别搞阮，搞阮关心一下安尼吼，我们已经先跟你讲它坏掉了，那我们也报修了，他只差这个动作而已，差这些动作差十万几块。我说真的，站在民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环保局那是不可理喻的一个单位，我在维修的途中。你们就是硬要开罚，老实讲，我觉得哈，你们真的要跟你们的，到时候你们那个你们，跟我说，谢主席，你跟你们的下游单位哈，真的要好好讲清楚一下，好不好？跟你们的那个稽查单位，跟议员报告，我们这个每年都会针对加油站的业者做法令的宣导。那有类似的情形，其实在法令规定上面，他可以事先电话跟环保局报备。那如果有故障的情形，可以免罚啊，但是业者可能往往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场稽查同仁也其实也没有办法判断哈，他到底是设备闲置，油气回收设备本来就功能不足，或是说他故障啊。如果有，因为法规本来就有故障报备的机制，那他没有报备的话，现场人也没有办法判断。不过我们这个会未来会加强这方面的
法令的一个宣导的一个强度。好，那另外一个像焚化炉的，你就报告完，然后我就到这边就好，这样子。好，那我们西周焚化炉从去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垃圾的一个调控，跟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复，那我们今年的这个非计划性停炉的次数就大幅的一个下降。那甚至我们在六月份，我们全月的日平均焚化量已经达到原设计量900吨，那可以说是近五年来哈操作最佳的一个状况。那不过是业内的室内废弃物大概会有这个6万吨需要在焚化炉焚化。那因为如果说我们吸收焚化炉每天都操作，而且每天都达到设计量，也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县内的室内废弃物。那有些还是必须要运到外县市去处理。那当然，如果说遇到外县市的炉况也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县内也可以积极来尽量来协助帮忙。这个我们一定会那个全力以赴。谢谢。好，感谢局长关心，请持续关心哈，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各地方企业的他们的废弃物的堆那个丢置哈，叫麻烦起来嘞。希望它可以继续维持良好运作，好，感谢。继续请迄个黄议官议员发言，时间赶快8分钟。多谢，多谢哈，馆长、所有一级主管、所有议员同仁、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哈，大家辛苦哈。我针对这个临时提案第7号哈，针对要来请教咱建设处戴处长，那你咧我。临时提案第7案呢是不是你会当甲查下一下吼？这是针对咱全国彰化县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工业县。那么伫今年6月7日进前，咱个临时工厂个登记申请辅导已经来截止，是毋是？我提这个案，嘛要来感谢咱张议员、叶国雄、李建义、尤瑞春、李清木、欧阳珍珠。等等的来搞我人数，这是一挂业者共同的心声，是毋是处长还是县长？如果有去中央，会当来建议讲咱过来延长，因为彰化县必须要接受辅导的工厂的事咧，要过超有6000间，8000几间已经2000几间通过啊。当然这是咱所有团队的事，县府团队的努力的事，咱每一年拢名列全国第一名。先甲恁讲，肯定恁的努力，是毋是？戴处长，我相信讲，这伫你的业务任内时，这部分如果有机会正式甲中央再提出反映，戴处长，你是毋是当详细甲答复者？请建设处戴处长回答。谢谢主席哦，谢谢那个议员哦，黄议员的关心，这个未登记工厂啊那依照伊目前内部已经有咧讨论啦吼，有计划可能会延到100空9年啦。但是，100空9年是截止啦。对，截止安尼。但是我即马是希望讲你去中央，咱过去是1997年3月14日进行地形的建筑物设厂，会伫遐工厂才会当接受申请嘛。本席伫遮是来建议讲，伫1903年进前设的，咱是毋是当个争取？那么临即个延长的时间阁往后的，即马第二期的申请，甲即马有的二审的第二阶段还未通过。对。1906年我来刷来搞。对。业者开遮济，是毋是浪费资源、浪费人的金钱、浪费人的人力、财力？处长，这部分我一再足慎重甲你拜托，有机会就对啦。莫讲97年进前，103年进前，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德政甲政策。为这部分，我拜托一下。我阁甲议员报告了吼，其实这个。未登记工厂哦，管定嘛非常的重视啦吼，嘛不时有咧研讨啦，包括对算讲要安去放宽以外，要安去合法，包括伊个土地啦吼。啊，当然，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收集齐全，有机会，阮会
全力来向中央来这里争取来做一个说明呢？因为我每一个中小企业的团体吼，我拢去参与，啊，因一再甲我反映，我是这个台湾办公建设处，馆长既然这重视，会去中央，包括我嘛要拜托馆长讲，咱馆级，咱下四个立委的是。我要讲，因伫立法院的事，爱支持这個，予伊当来三读通过。阿姐，啊，迄、那个我有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咱迄个文化局咱陈局长哦。陈局长，我相信文化是你的专业，啊，我认为讲你是会当改变台湾的未来，咱探讨一下。政治人物不是政治，局长，我请教你吼，你甲想，当改变未来。我最近甲一挂文化界伫咧讨论，讲干咱两字，文化，当来改变。我有去甲查过资料吼，我请教迄个陈局长，请文化局陈局长回答。这个翻新计划，我相信陈局长，我可以给他查起来，你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彰化县的这个偏暂定古迹也好，还是列为古迹也好，我相信有真济这个文化上来做。我是最近啊，台中定定去看，因为几个点。做甲非常的好，过去是一个废墟，完全无人通去行的所在。我记一个咧，往亚洲大学对面光复新村，那是过去县政府、县议会的古宿舍，就是今嘛的地震博物馆的头前一片土地。但是最近你去遐去遐看，尤其是你若四五点过，大日。拢完全塌车，他们的摘星计划文创非常的成功。彰化，来当来比较，我相信这是对你来讲，还是你的本领无啥问题吧？让大黄姐。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哈。台中市的摘星计划，我在两年前是他们的这个主要推动的委员、规划委员，跟后来的审议委员呐、啊。那主要我想，不管是台中市也好，还是高雄市，甚至是彰化县吼，每一个所在就是对这个古迹也好，还是这个聚落保存群吼，我想上个重要发展就是要活化啦。好，就是要活化，所以黄议员对文化这个部分非常的关心哈。像那个雾峰的这个审议会的这个光复新村，好，光复新村，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活化，然后呢这个整个破败的状况，上早期的其实就是引入这个帕德尼亚了哈，因为伊遐保存了真好哈，所以底下帕德尼亚。陈局长，你这个你，我感觉足好个吼。彰化，因为我时间有限，彰化你甲看，当找几点啊？进行。感谢议员吼。咱过彰化市过桥个铁路宿舍。对，嘿。这个坑底下即马嘛足少人咧去咧。我是希望讲有机会当甲看看。是啊，感谢议员哈。铁路铁道艺术村哈，我们目前文化局做的规划哈，将在今年完成哈。那规划完成以后呢，其实我的想法是结合整个铁路艺术村旁边的扇形车库哈，然后后面目前正在审议中的这个彰化市农会的谷仓哈，以及到这个前站的高宾阁哈，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这个景观，而且呢，它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动线。那铁路艺术村未来其实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可以变成像是台中市的这个雾峰的光复新村，
而且我相信它会比台中市的光复新村还好，因为一点起中心嘛。麻烦将黄义宽议员的麦克风打开，再三。谢谢姚黑，感谢。我是感觉讲，这个工课若如果做落去，感觉咱彰化县政府的团队要注重这个文化，无你的所在无法度去甲注入活化，啊无法度再生，我是感觉这个真好。我阁建议一个所在吼，咱花坛庄仔窑这个所在有一个八卦窑，我会记哩，伫顶一届彰化县政府就共评为暂定古迹，但是到即卖因为甲地主敲切袂好势，啊无法度去落实。对面是社区公园加水。迄家遐庄仔窑文化也是已经公园拢做起，迄、那个八卦窑，若像即个天，咱会当来甲做个素食。我相信其他的县市，你要伫彰化，徛 U bike 来啊一路游，伊去家己个所在，卖少年人也起来，又比起来，迄家是上济人会去甲广告行销出来。啊，迄我认为讲，迄开个经费甲预算并毋是真济，咱应该是。这个部分应该着重搁赶紧来甲做。我相信花坛公所伊嘛真欢迎安尼。啊，咱文化局这边的是，感谢议员吼。八卦窑是目前台湾吼，算讲唯一咱花坛遐是维持了上好的所在啦。而且一寡因人讲拢有诶，当个破诶破诶，啊，更伫遐，伊爱伊也袂当去甲毁掉，啊也袂当搁去甲修复。这个部分，阮会针对伊个指定范围吼，然后跟地主来协商，因为第一就是爱安全啦，不管是古迹也好，文化的景观吼，第一个部分就是爱安全，第二个部分就是爱活化吼。啊，我讲八卦窑伊未来发展性真高，因为不管讲像讲底下，我知影现处是有真侪人底下落去拍婚纱嘛，吼。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学生的电影短片也都在那边取景吼。啊，我认为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声光的剧场，伊是一个真好剧场。如果讲暗时的时阵，底下会用会较有电影来拍开吼，遐其实是真水的所在，爱带动附近花坛附近的整个观光甲经济收入。会当咱来努力哩啦，我是感觉讲这是非常的正面。谢谢咱陈局长，主席，感谢嘿，谢谢，多谢。继续请刘慧珍刘议员发言，时间赶快备份着。谢谢大卫主席哈，魏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啊，以及主管，还有我们所有的议会同仁啊，与会的媒体先进，大家午安，大家辛苦了哈。本席十五号第一次发言哈，针对本席伫只要来甲着咱的社会处长哈，做着一个双向沟通甲演绎的哈。大家拢所了解吼，保护啊，保障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经济生活，是咱彰化县政府的责任啦吼。伫咱1905年到3月为止吼，咱彰化县有咱身心障碍手册的，咱的人口吼大概有66,800多人左右吼，因讲是占咱彰化县总人口数的5%啦吼。啊，如何让这些身心障碍者这些身障同胞吼，感受到咱社会处的温度吼，这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啦吼。伫遮来请教着咱的小委处长啦吼，针对我们这些临有残障手册吼，我们这些身障同胞啦吼，我们的补发手册吼，整个基本流程嘛吼，那是不是请那个处长大概告知一下？请社会处黄处长回答。补换发我们身心障碍手册的流程。谢谢主席，谢谢我们刘议员哈，对身障者一直非常的重视哈。那我们从去年有开一个记者会哈，然后我们有一个单位是专门承接这样的一个业务，那就是说你原来如果说你已经有身障手册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资料拿过来。然后我们会请那个医师再做一个评估，因为我们现在的分级是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果一般呢，我们这些身障朋友他的大概跑的流程还是回归到他所属的这些乡镇公所，对，到社会课去
所有的资料收整，然后他社会课这些伙伴们大概一个礼拜跑一次我们县府嘛哈，然后我们县府在这些接受这些相关的这个资讯之后，再马上把这些证件收起之后，让个招架流程再 run 一遍，可能这样子文来文往，最少了哈，最少补换花这个身障手册到他们的手上，可能要两礼拜以上啦，是不是？差不多。啊，现在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跟方便的时代了哈。我底下要请教到咱的处长哈，我们是不是给这些身障同胞能够给予他们方便？因为他们这些这个手册一旦不见了，很多相关的权益是第几两礼拜至三礼拜。他的所有应该所受的权利与福利是属于这个空窗期终止阶段的哈，所以你敢外科鲁讲，即卖科技这么发达网络资讯是这么方便，我们为什么不要说用电子认证的方式？因为这些身障朋友这些相关的档案，我们社会处都有建档了啊。没有错，可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评比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分成八类。对，我现在是说针对他的手册遗失，好，不是说你们第一时间，因为第一时间你们评比哈，这个我记得我去年就已经跟你研究过这个问题了。第一，他们出门行动真的是比较不方便哈，那我们要让人家刚刚中华管政府除了照顾所有的管民之外，咱对身障同胞，咱希望出于咱的爱心，还有我们让他感觉到彰化县政府是有感的、有温度的这些机关啊，对不对？所以说不管调地安怎换，对，文官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僚。这样的措施在执行当中，去年我一直跟你研讨过了，重新评比、重新 run 一次，包括这些漫飞天使，他这个评鉴，嘿，是这很折磨家长的啦，哈。我们现在回归到成人的身心障碍补放吧，这你都拢已经知影，我是属于第几级的，这些都有相关的资料，我们为什么不要跟乡镇公所来做一个连线，互相找个公所就好，莫安尼，我。在这两三礼拜的中间，我所有对，包括这些相关的福利，还有我的就医，什么都是终止的。这是对这些身障同胞哈，真的来说哈，这是咱对因较抱歉啊。咱已经在社会上都比较弱势啊，咱是不是讲做一个有温度的？不是从我回归到刚刚那句话，不是重新评比，它是补换发，补换发这款的。这很简单的，不用这样问来问去，用电子认证的方式，咱县政府可以有这样子，对不对？我刚刚我拢不断的给你新的建议，给你好的方法，就是为了说你，因为哈已经管定这几位嘛较久啊，你对着管定的身躯边应该嘛足久啊，社会福利咱爱做，所以社会福利要做了安那讲好，强化管民。刚刚讲，咱真正都来照顾着遮弱势遮的朋友，这么是一项最重要。你甲想六万外人呢，对不？啊，那他们的评鉴时间是不一定的呢，对不对？啊，所以评鉴时间不一定，补换花这种手续是最方便的，我们应当要便民，开启方便之门，不要让他们这样子舟车劳顿，第一出门都不方便啊。然后还有，我再询问一下哈。那针对了哈，今年你也知道了哈，身障朋友有时候这个高中毕业哈，这个毕业潮哈，很多家长是开心的，但是这个身障朋友的家长也是会隐忧的，在你手头上了哈，我请问一下社会处长，我们有爱心商店或者是爱心厂商，愿意接纳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高中毕业，辅导身障朋友到他们的工厂，我们爱心厂商帮忙照顾，你手上有几个这种的厂商？彰化县叫你大官哦。好，那个我先回复一下刚那个议员你的那个建议，你的建议我们一定会吸取。
怎么样缩短时间让他们方便哈，因为你看到了他们的需要啊，我嘛非常谢谢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身障的所谓的爱心，可能是我们必须跟劳工处做一个搭配，嘿。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洗手间，那时候劳工处长不是这位啦，对对对，我们三个女人在厕所的刚好不小心的谈话哈，我讲吼，这有当时吼。民意代表议员定徛伫议事堂，要替咱遮弱势的朋友来发声。本落去的这个处事，真正吼，就真正讲唔知变哪去。有时候吼，真的也是要需要你们两个单位去共同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对，身心障碍福利科归你，对不对？所以身障所有的福利还是归到社会处。但是辅导身障朋友能够顺利，麻烦将刘慧珍刘议员的麦克风。好，如果说他们有一些转介到我们这边，我们都会非常热心，然后他们我们就会再转介到劳工处去做这样后续的职业推荐。这是劳工处的了哈，我不是说是劳工处，而是说我们要一起两处一起来合作。我觉得这是应该大家朝这个。目标共同来努力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哈。因为我看到像我们彰化旗帜学校他所配合的这个爱心洗车场哈，我们去关心的是我们社会处的我们的伙伴哈，我们的社工哈啊，所以你说帮他们有爱心厂商、爱心工厂，能不能愿意包容这些小朋友到他们的工厂来实习？哈，这又归到劳工处，哈啊，所以哈，我们两处是会一起来配合的。对，所以这个哈，不止在议事堂上跟你沟通了哈。应该我觉得啦，个人觉得你们在县府的主管汇报。你们这两课是真的，两处是应该积极要帮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吼，爱魂找一个出路，找一个出路，因为毕业了后，这高，比如说了哈，智能障碍的高中朋友，他这些他如果是以中重度来讲，一般我们的国立大学跟这个私立大学。他是没有特定为身障科身心障碍科特别来开一个课程，他是要进，他是融合的，所以他是跟一般生融合在大学课程当中哈。这个时阵，咱讲实在，在大学这个阶段，你让他在那边学习的资讯可能有限。对他本身也不是说五花斗工很顺手去发挥啊，咱不如和家长要把囡仔栽培这四年大学这个费用，我们来帮忙辅导，看是有爱心厂商还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愿意包容这些小朋友，赶快让他有一个机会能够永扎来融入社会，毕竟哈，这个家里有一个漫飞天使，这是咱是大人一世人的责任，爱家不但是爱家请用个中台，而且是爱家照顾个百岁年老。咱的社会福利不一定做个会到，但是是大人一定有这个责任啊！你有这个魄力，到这个勇气来承担，在你任期来尽量把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让他们有一个归属，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跟劳工处配合一下，对，这个是真的一个主管汇报拿出来想看看，因为彰化县哦，既然魏县长一直在推动，对不？北工业、南农业，对不对？不管工业、南业，工业还是农业，总会有这些身障同胞一个屈身之处嘛，对不？对，没有错。那个这以上跟针对社会处，我搁一个问题，简单来请教一个咱的教育处长的好哈，来社会处长你请坐哈。咱彰化县教育处哈掌管我们彰化县哈县立高中、国民中小学，包括我们的社会教育啦、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各种的这个政策跟活动了哈。这个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哈，噶咱的哈教师学员这个所有的这个总额
控管哈，也是都在我们这个教育处诶这个范围来了哈。啊，即卖哈本身哈最近哈接到真济即家长诶这个电情甲欢迎啊，尤其是针对咱的国三的这个小朋友，12年国教是应尽的义务嘛哈。国三的小朋友哈，现在哈很多家长哈替他自己的小朋友感觉到很委屈了哈，因为哈。咱可能一个错误的讯息，然后和家囡啊哈，这个现在小朋友不止哈爱要读册，搁十八般武艺爱打行 A， 然后我们超额比序的项目哈，本来哈有告诉人家说参加社团哈可以加到2分哦哈哦，还有哦这个社团的参与哈，只要每一个学期哈每一个学期。每满一学期1分哈啊，所有的这个竞赛成绩哈，有分啊国际的、全国的、县级的哦，这样呢吼就很大大的贴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的了哈啊，然后可能也一些学校就看了我们的网站之后，把这些讯息告诉小朋友，所以啊家长吼嘛呢，除了吼栽培囡仔呢吼啊，国语、英文、数学、理化什么样样会，还要吼。不断的跑场啊，带着他们去参加社团，还有要他们吼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吼。啊，你即马来啊，代志问题来啊，然后其实咱当初刚刚伫1903年，我们会议就决议了，要逐年降低竞赛的比序成绩，但是吼。这个103年的决议哈，我咱可不可以用一张公文哈来讲讲哈，我们所有的这些哈竞赛的成绩是不列入的，处长啊，安尼即个国三生要安怎啦？对咱中华管家的囡仔，你有想有较好的方法要来甲遮国三生吼，甲因加油一下，还是讲哦，接着国二又升国三了嘛，12年国教还是？我们很怕了哈，我们现在咱伫遮成为一个家长的立场，咱去年所看，去年最拄好，去年拄啊龙年，龙年这个12年国教免试入学，我们彰化县是一团乱，甚至有小朋友是找不到学校就读的。但是当初我们教育处长很有智慧，赶快哈这个想好配套，让这些没有学校可读的学生，我们。尽量的帮他找到高中职哈，所以你去年安尼哈尼大的代志哈，尤其去年学生囡仔，佮比今年较侪，你去年都我都解决了。啊，今年针对这个问题，超额比序这個、要安怎医啊？来麻烦那个，请教育室林市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刘议员对12年国教的关心呐、啊、哈。你刚才所提的是，今年国二升国三的孩子哈。他们在国一的时候，那学校有依据一个草案，那个草案是说3年后社团可以列入超额比序加分项目呢。那我是这样的方向了哈，我们今年度105学年度哈，我们彰化县的超额比序的推动方案哦还算很顺利，那是采用最新的135方案，所以我们今年的。入学率是有99.3%的录取率，那我想这个大方向都不要变。那至于103年那个草案哈，其实很少人知道，但是既然是政府定的草案，仍然有它的公信力。我们下个礼拜会开一个入推会来讨论对大部分学生有利的那一个方向，好来为他们找出一条路。好，谢谢议员关心。哦，所以紧接着我们就是会帮忙再开一个会议，帮这些小朋友。会，我们会开会来讨论。对对对，因为吼、哦，这既然有家长你欢迎啊吼，就可能讲伊嘛认为讲伊的家伊的囡仔伫遮吼有较吃亏嘛吼，大家拢知影吼，这个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每个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了吼，所以我针对你的能力吼，我个人非常欣赏，因为像去年。龙年这个整个那么大的环境哦，那个囡仔呢，大家无好好读，你都有法度这个临场机制马上啊帮这些小朋友找出咯。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符合公平正义法则，让这些小朋友不
不要觉得说他们这么委屈。紧接着这些国一国二的这个小朋友哈，也能够在学习上是非常正面能量的安尼哈，因为一项政策在推动哈，所以你说草案呐、啊，我们就挂在官网，我们又没有挂号说这个只是草案，所以人家也会以为这是正式的，能够给小朋友这种这个超额比序这个可以加分加到两分，所以咱那有所呼。咱借着大会，咱甲家长啊，家长的心声，透过民意代表，我们欢迎给您听。但是，咱总是要针对问题来解决，我们不是制造问题，我们一起帮这些小朋友想办法了哈。好，以上，谢谢。继续请刘景昌刘议员发言，时间赶快八分钟。好、感谢主席、魏县长。我们县府各局处一级主管，以及我的议员同仁以及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哈，五号刘景昌第一次发言。县长，你自1803年12月25号哈就职到现在，嘛已经一年7个月了嘛。我们议会开的定期会、临时会哈，各家的议员嘛。交手 N 次了，但是我感觉吼，是我感觉啦，我感觉馆长吼，你总议会吼，当作好像在玩西洋棋，有感觉无？你就是国王，在做吼，你是加各局处的局长、处长吼，就是你的文武百官。就是你的机制啊，遐每一个议员吼、提出任何的咨询去定的时阵吼、你都从这机制都杀出来。社会处的就社会处，教育处就教育处，公务处就公务处。我为这些处长吼、感到很委屈啦、他们能力都很好，每一次开会吼、在各局处、在处长、局长吼、也身段都很软。哦，让放下身段来给这些议员拜托，吼、包括讲为着要咱县长吼、在施政方面能够更顺利，经费也能够更顺利来通过吼、所以讲这些各局处处长真的都很用心呐、所以说每一次议会开完吼、县长吼、手腕很好，最主要是这些处长吼、那个委曲求全啊，委屈他们。所以说每一次你都能够平安无事，能够安全乐观。但是我跟县长报告，看起来是很高明，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你既然是身为一个彰化县的大家长，你就是要去勇于承担，甚至呢做错的事情，我认为你要勇于认错，因为你是大家长，所有的政策哈执行成败得失，你都要盖棺承受。包括每一届议会哈，那讲诶，这议员哈安尼斤斤计较，哈每个安尼为了这个事情哈在争议不休，为了的是啥？为了钱嘛。就是一个字，钱。我相信县长在103年还没有当选之前，你开出很多的社会福利哈，都你打断呀，那个非常的精彩的八大社会福利，其实你的用意是好的，因为你希望咱中华管民哈能够享受到，也能够让得到上好的社会福利。但是我感觉吼，所以讲，去一年我所有的议会当中吼，我有甲县长建议过，有些社会政策吼不一定能够执行，你必须要做一个适度的修改。我讲馆长，你有想过，你开家所有的社会福利，我拢最简单的333，满口假牙，
369这几项就好了。如果你要完全能够实行、能够执行的话，一年开几个？财政处长，这三项就好了，一年开几个？请财政室王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这个，谢谢有关这个数据，这个社会局当然有统计。社会处处长，这三项完全都执行的话，而且不排户啦，今天开挖掘机。请社会处黄处长回答。我是先讲今年的好了，好不好？对，今年我们的那个生育津贴要3.38亿。然后我们的育儿津贴的话是要我们的生育津贴是3.18亿，那如果说没有排户的话，我们的育儿津贴是要6.5亿，然后蛮扣起来呀，蛮扣起来，我们都是只有编2亿。两亿哈，对，昨天林根正议员哈，有提出阿妈哦，周日啦，哦，有提出阿妈上一张伊辖区的一张复印，等好久，等未赴啦，都翁先伊啊。对，既然看出来哈，你要有这时段很期待，但是哈，就都受伤害，所以我讲，如果讲你初高加拢要实行吼，一年开几啊十亿，30亿左右啦。今年没有那么多。对啦，但是会逐年增加。对，没有错。那嘉龙最早在县长这四年任内爱开80亿，其实能做得到吗？不能做到。其实呢，当初我甲馆长建议吼，可以逐年实施，卖讲无啦，万无无万就嘛，就一年实行一项。不一定要一口气全部都执行，落得今麦的话，财政的缺口这么大。但是我观念，我跟你报告，我帮你找到一个台阶下。我们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李院长共轨一共诶啦，竞选时间所开的支票不一定要兑现。哦，院长讲的哦，哦，当初。在立法院的时候，现在委员去跟院长讲，陈水扁总统的政见没有执行，所以李远哲院长帮我们的陈前总统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台阶下，所以这句话我们魏县长也可以捡起来用，我相信呢，无钱吼都变无脸，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我相信家作为议员。绝对都支持，但是不是举债来做社会福利。我今吼艰苦囡仔出身的吼，所以讲吼，我要开一分钱吼，我拢会安尼勤俭省用。尤其是我爸吼，特别甲我讲，若无一个尻川吼，千万莫食一个泻药。所以讲吼，我对于每一件事情吼，我都会很斤斤计较，也都会很慎重。所以讲，我去加个县长。建议啦，任何政策在实施之前，应该要跟我们的你的幕僚啦，财政处各处事家审慎考虑，把相关的配套措施拟定好，再来执行。麻烦将刘建昌议员的麦克风打开。啊不吼，你从来执行到一半吼，都要改变，骂声连连。没不是万啦，其实受伤的都是你，对吧？你选这333政策，对吧？一个月3000，一月到七月拢了掉的，即马八月你要把它给排户，我讲你要找足侪理由去解释啊。哦，我们议员也会让你们过了，但是无钱啦，无钱变无能。好，所以说这是我跟县长建议的。啊，再来一点哈。其实县府整个裁员有限呐，都一块饼尔嘛。其他要倒来，都是开源节流嘛。我来讲，即摆已经一条边了，从中央到基层，
总统嘛，民进党在做啦。我即马无动的，我敢讲啦吼。如果我是国民党，我唔敢讲。总统嘛，民进党去做。立法院院长嘛是民进党做，而且呢，立院的席次占三分之二嘞，已经掌握全部的大权。啊，即中华馆嘛是你去做，啊，我卖讲啥？敢咱中华馆的立委吼有四个。三个嘛，民进党的咧，我相信国民党一生吼，王惠敏啊，讲你有甲拜托，为着咱彰化县的福利经费，伊绝对有会认真。如果已经一条边啊，你阁讨无钱吼，我讲安尼表示县长不够认真，啊无就是啥，立委无够力，是不是？我相信如果有用心肯争取的话。一个立委啦，要为中央讨你三五亿、四五亿，甚至加十亿，绝对有啦。哦，县长，其实加议会哈，大家在这边哈，一直争执不休哈，都是为着钱啦。所以讲，你就是要去找裁员。啊，加要举债，还是讲要来卖管散哈，撑不久。陈生处长，去年卖土地卖了多少？三十几亿嘛，今年嘛已经卖两亿啊嘛。你只个即十九笔的土地，准予你卖啦，搁二十亿啦。我请问处长，咱彰化县的管善要偌济他卖？哈哈哈哈哈哈！我讲啊，开伊，你讲要搁海财产吼，很难，无可能啦。处长对不对？那卖起来，你讲要过来学，有可能无？无可能啦，吼、哦！所以讲，将来在任何政策的，那讲发布执行之前，吼、哦，本席还是建议魏县长及我们县府所有的团队，吼、哦，把相关的配套措施拟定好，不要朝令夕改，哦，咱的管民，吼、哦，安尼无所适从。最主要的，阮家议员，吼、哦，蓝绿。五党籍都一样啦，嘛唔知要哪甲你到支持到收听啦，吼、哦，县长加油啦，吼、哦，这议员绝对会听你啦，但是要先找裁员啦，好，以上谢谢。继续请萧文雄萧议员发言，时间一样八分钟。啊，咱主席，啊，咱议会同仁吼，馆长，啊，包括一级主管吼，甲咱所有议员，甲咱媒体先生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吼、哦，四号啊，萧文雄第一次发言。伫遮，我想，即要农业科，啊是地政处，吼、哦，农业处啊，地政处，恁听看卖啦，看即、這个去年的会期，我嘛讲啦，咱何必吼忠孝忠明，中华几落年过跩农业田，边岸农业高，伫去年我嘛有问过嘛，吼、哦。跩水沟是完全拢甜啊，会使讲规片，跩实在要清嘛，毋知要怎清啊啦。农民要饮水无法当饮，佮较早种花伊个沟伊个田花做了伤低。今仔譬如讲，即区是种淡的，即区是种大的，那淡的爱饮水，煞饮过大的。田花前几年还佫，若有土就呾补一挂。无套就放咧，互伤低。最主要是跩水沟啦，水沟到底想要清？我找水利会，水利会讲，因无钱通清，农民因的田因啊改清。啊，这我就看无啊啦，吼、哦。所以我前顶个会议嘛，一再咧建议啦，咱水利会即马即个时阵，是毋是有需要来回归？中央来统筹，中央来看要怎处理。地方建议完全总唔做，哦，啊，你着啥咱民意代表，农民一个啥物都一定找咱啦，啊嘛唔知要安怎，嘛唔知要怎处理啦。去年我会议讲的到即马嘛是拢无做啊，但是迄阵敢是农业处是有咧讲，一直要来甲因协调。看这水沟是要怎清，包括咱的中卫基金，照你讲内底嘛是要钱，
那无就中央基金内底提出来开了，才阁拍算嘛。无够才看要处理，因为农民起码干饮水就无人饮啦。啊，水沟总甜啦，阮呢，吼、哦，阮河尾都干嘛子啦，竹围啊啦，吼、哦，头前寮啦，吼、哦，潭墘啦，这规片啦，总是啦，所以唔知要哪清啦。而且我先请这两个单位要，是应该农业处的管啦，还是地政处？请，边只拍，边农业处的地政处要开回答。请地政处刘处长回答。啊，多谢迄个议员关心嘛，因为农地吼，其实包括几个部分啦吼。即、這个农地中央府内底是地政处来管理。啊，农地头先你讲到遐甘仔枝迄边遐，因为遐拢还未定位啦，所以遐农水路就看伊个产权。因为有的是水利会咧管理的，啊，有的是咱这个。无啦，迄个中围了，伫中围两片。啊，中围区内底吼，中围区你快报告者。中围区内底这农水路吼、哦，因为早期的中围啦，伊的剩余款吼、哦，大部分有拢开了较侪伊啦。无剩余款来哦，无基金啊，啊无基金即马，产花无够悬的吼。哦水沟内底要土要清的，安尼即摆要水上。啊，因为定位了时吼，就把起，譬如讲即个区的排水啊，其他的农水路啊，足侪来台底农，即个农水路大部分啊吼，拢是即个水利会落去做管理较侪。啊，水利会就无爱清啊，啊，农民找阮啊，啊，说要安尼，即摆换要找谁？换找馆长。顶届我嘛是有咧甲馆长讲啊，收这要安那，伊讲啊，伊嘛是互找到嘛是摇头啊。哦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嘛希望讲，咱县政府也好，咱县长也好，要安怎来建议中央，要安怎为地方来设法，安尼唔得对。去年会期到即摆一年啊啦，唔清就唔清啦，安尼，换阮要安怎啦？是不是？主席说，安尼要叫谁答复？无啊，再看，得爱拜托因。地政处爱农业处啊吼，想办法看我都协助啊。我敢袂使叫肖议员，你请人去请，对无？哦，你无安尼啦，换农业处长，看有较好的方法无啦？啊，迄个农业处长，主席拜托。请农业处黄处长回答。谢谢主席，啊，多谢肖议员对这個关心吼。一般来讲，拢是甲水利会反映尔啦。反映都无效啊。会勘嘛，甲你会勘嘛，啊都唔做都唔做，啊安尼、啊、你看有啥方法无啦？拢无方法好啦，安尼换我建议啦，我请馆长听一下啦，建议中央水利会收掉，统一处理，安尼会使袂？这是我个人啦，我个人建议啦。小燕，你敢有去水利会因咧工作站找因咧迄落恁了？拢来看了咯，会务委员啊，有啦有啦有啦，拢有来看了，会勘了，搁再会勘啦。哦，我咧即马，阮的上基层的上困扰就是跩水沟啊土，唔清就唔清。即照你讲，老家水利会工作站啊吼，各乡镇拢有嘛，该欢迎因拢会去做啊。该建议该来看，伊嘛拢来甲你看，会勘记录嘛好啊，我要清，嘛是唔清。吼、哦，啊我唔知讲。哦，这是我个人建议啦，那无就换请馆长答复啦，看法度后日，吼、哦，即摆咧讲实在，全部拢是民进党咧做，中央嘛是，恁拟一个方案，看是要下放给县政府处理，还是讲，吼、哦，伊要另外用一个署，专门清水沟土，一个水沟土署来管理水沟啊，啊，无咱即摆。地方要用的、要清的，都真正无法通处理啊！无咱请馆长答复一下啦，看话馆长有啥物方案，还是讲馆长认为讲无伊要安怎建议，叫中央看要安处理，好、哦、咱用一个当哦窗口嘛，好咱管政府嘛，一年看主队要补助水利会块钱，咱若拨咧一亿、两亿落来，换咱管政府来清啊，安尼好无？代表无人找我，拢大家都找议员。我相信咱在座所有议员，只要有伫生下，就是这個问题。
好，请馆长答复来，那个主席。请魏县长说明。啊，主席哈，回答小远的问题，每个机每一个机关拢有组，拢有伊的组织法啦，吼。啊，你讲要甲建议讲水利会改成这个公务机关。一个窗口来咱管路啊。嘿，我知。你讲要甲迄个水利会吼改做公务机关吼，啊，当然咱就透过这个县内立法院提案，啊，那立法院若多数通过了，伊就变做公务机关啦。啊，到底讲伊位阶要伫中央管的，还是县的管的吼？当然，即看修法安怎啊？但是我了解讲，这个啊，水利会要改做这公务机关来讲，已经有立法院已经提案啦，吼，迄苏迪芬委员已经有提案啦。好啊，到底即摆修正了安怎吼？都看这结果安尼。麻烦将萧文雄萧议员的麦克风打开。啊，无安尼啦，管你是毋是你会当讲对顶头建议啦吼？譬如讲。咱彰化县一年爱来给水利会偌济钱，看是要拨偌济，予咱县政府，看是要水资处，还是农业处来做每年清水甲土的费用，安尼合理嘛？对无？咱要纳因的钱，予咱要补助因也好，要纳因也好，花钱留部分起来清土，安尼合理无？我安尼是毋是？是不是主席？你这是不是讲咱这个会期这款案是不是要注明一下？无我你也看，我即马问，到明年我嘛一个问一届，一年就是安尼嘛拢唔清。无啦，小远，你这应当头日你要拜托馆长解说明吼，你得拜托馆长给你斗解决，斗解决就是钱嘛，经费嘛，看有法度给你，给恁何必啊斗合作安尼来解决尔嘛？咱要交好伊个钱，咱当投一寡起来清土嘛，合理嘛，是毋是哩？啊无后日清土，伊若找阮，阮无法度连清土都找馆长，这是红笑啦，真正啦，好无？吼、哦，好啦，感谢啦吼、哦，感谢主席。继续请陈秋荣陈议员发言，时间一样八分钟，请发言。感谢主席啊，县长，各个市主管，各议员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我要请教一下吼，有关于咱彰化县吼，咱的就是讲咱的治安吼，非常非常，而且彰化县得的第一名嘛。啊，我请教一下咱局长吼，本身嘛看到你讲吼，关心咱青少年吼，有关于毒品泛滥的事情吼，啊，馆长甲你拢非常关心吼。啊，我请教一下吼，咱的局长吼。你最近有个在迄个圣公网咖，好有就是说公众的那个娱乐场所，有个咧临检吗？请警察局杨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对于我们青少年还有反毒的部分的关心。有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们有持续在做。在做嘛，哈。因为吼，咱家的圣公青少年是国家的根基啦，哈。那为着哈。来杜绝毒品的泛滥哈，而且基本咱嘛知讲，这个毒品对社会是社会乱源，所以本身非常哈，对这个青少年哈，毒品哈，所以一定要说严格的把关呐哈。啊，好，你先坐啦。那个，我请教一下教育处处长哈，你现在有没有说，因为我希望讲哈。馆长嘛，真疼咱彰化县所有的每一个囡仔吼，你有想要讲要规划一下讲，咱国中国小吼的囡仔吼，就是说来一个健康检查，毒品的检测哦，请教育处处长回答。请教育处林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对我们彰化县下一代孩子的健康的关心。那有关于那个青少年涉毒的这一个案件哈，我们也是列为目前教育的重点，是反毒的工作的重点。我们在104年1月1号到104年12月31号这样一整年，我们啊透过特定人员或者是临时这个稽核人员，总共刚好抽查了777人，那总共国中以上、高中以下有5个人有。
毒性啊有吸毒反应哈、哦。那当然，这一下一个阶段就开始列入村委会专案这个追踪辅导的对象。那议员，你所建立是全面性的，对，是。那全面性的，在我们行政人员行政院所颁定的这个这一个反毒的工作的要点里面哈、哦，目前还没有开放全面性的这个尿液筛检，但是如果透过尿液的这个健康检查哈、哦、来做，这个是一个创举，哦，也是非常有创意。我们再来跟卫生局严厉看看，看这样子到底这样的抽筛检率有没有扩大到全部的这个样本数哈、哦，增加这个稽查的筛检的人数，然后看能不能降低所有人抱着这个侥幸的心态，哦，降低这个吸毒的人数哈、哦。谢谢议员。所以本是希望讲吼，不管是咱的教育、咱的家庭吼，咱对咱每一个人的囡仔，或者是讲吼，咱县政府拢有责任来去讲啊，看顾、照顾因吼。啊，本是希望讲吼，咱这部分吼，咱做啊好，做甲讲，让咱彰化县所有的爸爸妈妈、父母，大家拢有感心着。相信这嘛是咱吼彰化县政府对咱疼痛百姓的德政。啊，本是希望这点吼，你希望你用辅助咱县长吼去做啊落实。以上吼。啊，再来本是请教一个，就是讲，咱最近咱有人讲大家讲吼，咱是毋是有发公文去咱的学校吼，有关于营养午餐，就是说迄个降价两块的事情，因为张东正张议员伫迄个小组会议的时阵是有讲过啦。啊，我是本身是因为对算讲，因为某一个家长呾讲啦，讲是安怎奈物价膨胀，还阁爱阁降两块。我请那个教育处处长吼来回答，麻烦主席一下。请教育处林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对这个学童午餐的品质的关心了哈。我们那个不是降价两块的，是说因为很多学校哈，他在供应营养午餐的时候是便当，然后再加水果一起发包，好，或者便当加牛奶这样一起发包。那这样的总价，如果以国中来算，一个便当加水果，那这样加起来哈，一餐哈是46块。那其实他也不，因为很多午餐供应厂商他是没有能力提供自有的这个牛奶的，他也是跟别人在买过来的，这种碳基气味。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案，就是每一餐如果你没有把牛奶跟水果哈加进来，每一餐扣掉两块，啊，那两块呢，牛奶跟水果哈另外发包，另外发包。所以发包过来以后，再跟便当这样加在一起，品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我想要了解讲吼，咱对囡仔营养吼，咱全面的管控啦。啊，伊就是讲降，因为我是因为咱在海南哈圣公哈本是讲吼，讲降这两块，他们的成本就不合乎了。原来就是讲这两块就是含着牛奶跟水果，另外的嘛。对，另外。啊，所以你爱哈大家讲清楚，讲是安怎发一张公文。我的，伊张议员在打讲的时阵，就我想说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讲以后要和大家讲啊清楚嘛。这两块就是含着牛奶加水果。是。啊，如果说他们自己不，就是讲这两块，如果说他们自己学校要自己处理，就是降两块嘛，是不是安尼？这个意思。但是还是要提供。对，牛奶跟水果还是要有。哦，谢谢。对，安尼是重视哈，好小孩子营养均衡。好，感谢，谢谢。啊，过来就是讲，关于咱彰化县八卦山哈，八卦山山脉哈，那个小黑蚊、黑金刚的问题啦哈，我请教一下农业处啦哈，你有其他，就是说有什么防范的措施吗？请那个主席。请农业处黄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的关心哈。那个小黑蚊的部分，因为咱八卦山沿脉，八个乡镇里头是小黑蚊开始发生了哈，地海拔的丘陵地。过去的方式就是由中央是由农委会、房检局统一
来处理这个工作，那由阮农业处来统筹开这个相关局处的会议。啊，但是伊迄个油啊，原来是农业处这边统一来采购来买。那今年改变一个方式，就是最近伊原来有开这个会，啊，渐渐和各局处来去处理这个工作。啊，当然可能相关的经费，原来爱来去编列这个有关的预算来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到明年的这个工作代志。啊，目前伫阮农业处内底，伫我记得是伫五月底吧，有开过这次，就是上一次，定期会结束以后，我们有开过一次全县的啊各局处所管辖的区域内底，针对伊的部分啊，赶紧去处理做这个工作。啊，主要今年度的这个状况，拢是。伫加强宣导甲自我防卫，这个工作尔。马万江、陈秋荣议员的麦克风。感谢主席吼，你敢有去来研究讲，这个乌金公吼的房啊吼，伊的天敌是啥物？你们有去跟他研究吗？天敌哦。嘿。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所以吼，我希望讲吼，用大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我希望讲吼，用咱这个大自然的食物链吼，来克服这个天敌。因为我以前较早吼，有就是说，因为我嘛是山顶囡仔吼，所以我住伫山顶，我知影讲吼，住伫山顶的艰苦，因为这小黑蚊的泛滥吼，对咱吼大家吼造成的伊伤害吼，真正是很大。因为较早我住伫山顶的时阵，咱的蜻蜓。就是讲，咱的蜻蜓吼，较早咱是毋是伫规个山顶拢蜻蜓？伊的台语做，伊的台语。蝉鸣。蝉鸣对。嗯。伊这项，伊这个蝉鸣吼，是真我伫山顶咧较早，我小时候咧大时，是规个满天飞。那时候吼，咱的小黑蚊真正无遐济。啊，即摆说蜻蜓，咱的蝉鸣吼，说真正拢无。而且我刚刚讲，这个物件吼，咱这个算讲这个小动物吼，它真的是吼，我刚刚讲对咱的环境也好，因为可能就是讲咱的农药啊是啥物导致吼，咱的算讲咱的这个算讲这个天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这个蜻蜓产的减少。我是希望讲这个部分，你是不是用透过吼咱农委会来算讲？是不是蝉鸣、蜻蜓这项物件是有法度去克制咱的小黑蚊？因为对咱的环境、大自然是真好的啊，所以这部分希望讲吼，咱农业处吼啊去研究看卖啊，啊，请咱农委会来协助安尼，可以吗？可以，可以，谢谢。用药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加强宣导，讲尽量卖用迄个农药来去处理安尼。好，保护这个环境。好，你请坐下哈。本席过来请教一下讲吼，有关于伊咱的园林吼，咱的樟兰运动中心吼，目前的进度吼，应该是这是应该是公务处还是这教育处？教育处。咱的樟兰运动中心，好，我请教一下咱教育处处长吼，当时有法度动工呢？请教育处林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对园林运动国民运动中心的进度的关心。我们上个礼拜送体育署做第二次的审查，那修正通过，修正通过以后，我们再报公共工程会再次审查，审查通过他就补助，大概依照进度会拨款，所以年底我们相信如果通过以后发包设计完，希望是不是年底以前就可以动工？那107年以前。看能不能完工。啊，伊这个吼，樟兰运动中心吼，伊的经费是偌济哈？4亿7000万。4亿外哈？4亿外。所以真正这条钱嘛是真大条啦哈。啊，我希望讲吼，尽速的动工吼，哈，阮的圣公，阮的万林区吼，赶快就是说，阮的圣公，圣幸福的城市马上启动啦。啊，过来，那我。就咱田中高中吼，是毋是有第三期的教室？教室拆除了？
田中高中第三期的老旧校舍的拆除这个建案，他我们现在是透过立法委员跟中央在争取总经费8800多万，那教育部还没有完全首肯，原因是他之前透过立法委员到田中高中会刊，他是希望本县能够负担一半啊，那4400万对县库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在拜托议员转请立委啦，尽量多争取补助，那让县库这个自筹的部分再少一点，也许很快可以解决啦。对啊，因为我刚刚因为咱彰化县是一个哈，迄个地震哈，迄个地带啦哈，我希望讲学囡仔安全，这嘛是算讲学囡仔教学教室的安全是真需要，所以我希望讲不管是中央哈、地方拢认真来争取，而且哈，咱田中哈啊，这个高中嘛是算讲咱田中镇第一学府啦，啊，希望讲哈，咱处长哈。你嘛爱认真哈啊，甲咱的立委哈啊，甲咱县长一起配合哈啊，将咱的教育搁办较好啊。咱当然，咱若有通争取的，咱绝对认真去争取，好不？好。好，以上，谢谢。各位议员同仁，第18届第9次临时会就到此结束，大家辛苦了，散会。